好，大家早，非常欢迎。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的政府官员，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大家共同来出席关心今天的公听会的议题哦。我想我们今天公听会的议题呢，主要就是要探讨我们这个老年人口增多，银色海啸来袭，我们未来的整个长照保险制度应该要怎么样去落实跟推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行政院的长照保险法的版本已经送到立法院，那也已经一读复委，所以我想未来委员会呢，长照保险法我们也必须要排案来审查。那当然可能在审查过程当中，大家对于保险的内容跟制度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召开公听会，想要听听各界的一些声音，作为未来我们卫环委员会在审理长照保险法的时候重要的意见参考的依据。那我们今天很谢谢有很多学者专家拨冗出席哦。我是不是就先优先来介绍我们今天出席的专家学者？首先，我们欢迎亚洲大学健康产业管理学系，也是我们的前署长杨志良教授，非常欢迎。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国立台湾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吴淑琼教授，还有国立空中大学社会科学系林谷燕教授。卫福部草屯疗养院老年精神医学科的沈正南医师，欢迎。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蔡明忠秘书长，欢迎。还有我们的前立法委员，也是当时推动我们整个长期照顾服务法不遗余力的我们江慧珍委员，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林建成先生，中华民国启智协会周辉堂理事长，欢迎。财团法人台北市脊髓损伤社会福利基金会洪新平副执行长，欢迎。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联盟滕希华秘书长，还没到，那稍晚到。请问台北商业大学财税系的黄耀辉教授到了吗？还没到。成功大学医学院护理学系陈敬敏教授，欢迎。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出席的学者专家的名单。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到场的委员。我们欢迎陈怡明教授，陈怡明委员，蒋万安委员，钟孔照委员，陈曼丽委员，吴玉琴委员，王荣章委员。好，我们谢谢我们卫环委员会非常关心这个议题的委员今天共同出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今天出席的政府单位的代表，我们卫福部的李玉春次长，护理及健康照护司的游丽慧司长，社会保险司的曲同光司长，社会及家庭署的简慧娟署长，中央健康保险署的蔡淑玲副署长，财政部国库署的吕资慧副组长，赋税署的李志忠专门委员。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出席哦。那今天有几个团体是很关心这个议题哦，也有受邀前来旁听，我们也一并欢迎。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整个公听会呢，我们的议程呢，就是我们会先请我们的主管部门针对目前的长照保险法它规划的内容制度先跟大家做一个简介。那之后呢，我们就要聆听各界的意见。那我们首先会先邀请我们今天出席的专家学者，如果还没有送上这个发言登记单的，麻烦送上来，我们也有依据先后的顺序排定大家发言的顺序。那每一位呢，发言时间第一轮我们每一位是五分钟。那我们先聆听各界的意见，之后如果有其他委员要发表意见的，我们再邀请委员呢。这大概是我们今天处理的议程。那我们今天的公听会呢，就是到12点结束。
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补充意见的话，欢迎大家用书面的方式来提供。那首先公听会开始呢，我想我们就先请我们的李玉春次长，针对我们的长照保险法，可不可以用十分钟可以吗？十分钟，尽量十分钟，十到十五分钟，好不好？让大家了解现在行政院送出来的草案版本，然后比较重要的内容，让大家了解。我们请李次长，谢谢。主席，各位委员，我们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在座的各位先进，大家早安。那今天原来物理安排是由我们司长来报告，我想还是请他来跟各位委员报告，谢谢。好，那我们就请曲司长，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在座的各单位的代表，各位先进大家早。首先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主席特别安排这次的公听会，让我们有机会跟大家报告我们这个规划的长照保险的大概的状况。当然也更希望在接下来的会期中，我有机会来做一个适当的审查。那今天我就很简要的跟大家报告我们的整个概况那资料有点多，所以有些地方我大概就是会比较简略的跟大家做说明哈。好，首先下一张，我想推动长照保险也好，或者说我们要提供一个适当的长照服务体系也好，但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需求。那这样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口快速的老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目前来看，我们的人口跟先进国家比，我们还算年轻。可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我们很快就超前再过三四十年，我们可能会成为全世界最老化的国家。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因为人口老化难免的，我们长照的需求就会大量增加。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随着人口的老化，我们适能者的人口确实会急速的增加那这个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事实。好，下一张。那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除了人口老化以外，我们需要照顾的人增加，可是我们的家庭的结构人口却在减少，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提供照顾的人力在减少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长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需求是完全按那个依靠国那个家庭的那个力量来支撑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用整个社会透过各种机制来一起来分担这样的需求跟风险下一张。所以我们的调查也发现，那有四成的人照顾者家里的照顾者有四成会有经济上的负荷，那有大概三成多会觉得有很大的这种压力很难承受，如果没有帮他们做分摊的话。那推动长照保险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因为不管怎么样要提供一个服务体系，最重要的是有适当的经费资源等等。那长照保险无可否认的，在整个规划上面来看，它是可以提供一个稳定而且相对来讲比较充足的一个重要的财源。另外，因为有一个充足的财源跟一个资源的需求的投入等等，在整个制度的发展、整个需求的发展等等，这个体系的发展上也都会有更多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条件以台湾韩国来讲，它开办长照保险，它整个资源的成长就达到了两倍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好，那下一章。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就一个保险的推动，如果我们能建制好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体系，其实并不是只有失能的人能够受益虽然我们的失能者看起来就有80几万，未来可能会80几万或者更多，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家庭需要照顾的，会连带影响到的话，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大概将近15%到16%的人口所以不是只有2%、3%而已。考虑到相对的人的话，好，再下一张，我们也看到说，就整个长照来看。失能的其实并不是只有老年人而已，虽然老年人失能人数占多数，可是可以看我们从这分布可以看出来，在每个年龄层其实都有失能的人，都有这样的需求，尤其是越年轻的人，他的失能的时间越长，他未来需要得到照顾的时间其实相对来讲是更长他这个需求会更大的强烈。下一张。那另外一个我们或许没有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其实长照的需求会有一些隐形的照护的需求跟造成人力的损失譬如说有些人因为家里面有人需要照顾，他可能必须要提前退休，
他可能需要去离职，或者他可能就要换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工作，或者说换一个其他比较弹性的工作。但是对于整个企业能力的稳定跟整个真正能够运用的能力来讲，它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好，下一张。那长照保险的规划其实从1998年金健会就开始做一个初步的规划，比照过去全民健保的规划模式先做一个初期的规划，那大架构好了之后交给当时的卫生署后续做推动。那接下来正因为组改的关系那这个工作就交给卫生福利部。那经过了一个适当的筹会对外面的沟通，然后也把法案订出来之后就报到行政院。那去年这个法案报到院里面了，那因为今年因为我们这个改选了以后届期不续审，那院里面这个法案后续又重新送到了卫环委员会那希望能够有机会来做一个审查。下一张。那当然整个长照保险的规划除了能够建制一个完整的体系，透过自助互助这样的社会保险精神能够带动资源，然后能够提供适当的服务以外，那我们几个重要的原则，首先在体制上我们采用社会保险的概念，那这是比较健保，而且是采用全民纳保的精神。那承保的分类方面，为了要方便整个社会的运作，我们尽可能的跟健保才一致。那财务的部分呢，某些部分也会类似，保费的负担等等。那长照保险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健保是等待期是6个月，但长照保险考虑它的特性，等待期是3年。另外在财务责任的部分呢，我们强调收支联动，而且我们定期会检讨，每3年会根据这个需求去检讨费率，然后依照公式来做调整等等，那甚至要做精算。那另外我们发展了多元评估量表，那长照最重要的就是说经过评估之后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定程度的一个给付，那按照所需要的这个服务，然后我们会提供照顾计划。那如果说超过我们需求的部分，那这个是由自己来负担。下一张我们看整个架构的组织跟方面，将来我们规划的卫生福利部还是主管机关。那我们的保险人是跟健保一样，是由健保署来当保险人。那是为了方便资源的统筹运用，方便制度的推动，那也方便长保健保之间做一个适当的整合跟无缝的接轨。那法的部分，除了现在已经通过了一个长照法、长照服务法，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长照保险法。好，那细部的规划的部分，我们去看下一张。那纳保刚才也提到全民纳保，因为事实上在65岁以下的人口里面，它还是有占的1/3是属于失能者，那这个需求还是会很大。那我们在给付的部分呢，我们会考虑到就是达到一个失能的条件。那目前呢，我们所规划的是包括除了是因为生理需求以外，包括这个心智方面的，像失智啦或者精神障碍啊等等这方面，都会包括在这里面。那好，下一张。那我们这里有归纳了一下，就是全民纳保跟这个因为像日本它是40岁以上才纳保，当然他们这样的制度在国内，他们的国内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国内也有人提过，就是说是不是不是采全民纳保，是采用一定的年龄才纳保。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做了一些分析。那这个部分内容比较仔细，那是不是请各位参考？我就不一一的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裁员的筹措部分，下一张。裁员的筹措部分最主要的当然还是来自保险费。那少部分来自部分负担。那部分负担我们会设定一些上限，就是说如果的话需求很大，部分负担多的话，它每一年的一个部分负担会到一个地方为止。那保险费最主要是分政府、雇主跟保险对象，共同来分担。那这里面我们的设定比较健保一样，政府是有一定的责任，36%至少。那保险对象的部分会考虑他的经济能力，除了因为经济能力收不同的保费之外，也会对于真正的弱势者给予适当的一个协助。好，下一张。那保险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希望能够稳定，能够有一个健全的财务。所以在规划上呢，一方面我们每3年会有一个公式来做一个调整的必要，来做检讨。另外呢，在收支联动的架构之下，我们也定期会做精算。那必要的时候，保险人会提出财务平衡方案。那这里面会考虑到，譬如说我们的平衡费率如果跟现行费率相差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我们安全准备没有达到额度，或者说我们的给付的增加，那超过我们所需要支出的这个金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些部分都会来检讨我们整个财务。好，下一张。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跟 OECD 的主要国家来做比较，就是说我们的长照支出占整个 GDP 的比例来看，我们台湾其实即使是依照我们现在长照保险的规模，大概1000多亿来看，大概也只有占我们整个 GDP 的0.6%-0.7%左右，也就是在这整个排列里面，其实我们是在后段班。因为 OECD 如果拿11个主要国家来比，它最主要的平均值是已经达到 1.6%，所以未来的话，我想我们需要投入的资源是，如果跟其他先进国家比的话，相对来讲是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好，下一张。那因为最近也有讨论到保险制跟税收制的部分，那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那下一张，因为我们有更分项的分析，所以从下一张来看哈。那最主要从费用的规模来看，我想我们要考虑到的是，我们的整个保险未来大概需要多少的规模啊？1000多亿够不够？3-500亿够不够啊？这是我讲我们必须仔细思考的问题。那保险制当然还有一个很稳定，刚才提到它最主要来自保险费啊，所以相对来讲，我们以健保的经验来讲，它是一个很稳定的财源，而且它这个保险费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的财务联动机制来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所以在整个架构上，它有它的一个充足性的一个优势。那在于公平性来看的话，保险是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承担保险费啊，那不像税收是说只有部分的人承担这个需求，那有些人可能是不纳税的啊，但是就保险的概念，人人都需要承担一个至少要有一个基本的保费，即使是弱势者是用保费补助的方式，那也是社会福利的补助啊，并不是他个人不需要缴纳保费。那刚才也提到，我们透过收支联动啊，可以让整个财务有一个收跟支之间的一个密切关联。那保险在透过特约的方式来提供服务，或者做一个机构的管理，相对来讲，在健保的经验来看，它是相对比较有效率，也是比较有弹性。那在运用上也会比较灵活。所以这个东西，这些大概是我们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啊。好，下一张。那在给付的这个原则跟精神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尊重保险的对象，那会去拟定计划。那我们最重要的也希望能够提供自我的照顾啊。那另外，未来在整个给付的部分，我们会尽量把它希望透过整合的方式朝向全人的部分来走。那在这个保险的部分，因为我们将来是单一的一个保险人啊，那我们会透过各种制度的设计，包括我们的评估的这种电脑资讯化等等，让整个架构尽可能的朝向单一单纯化。那我们也发展多元评估，下一张。我们已经发展了多元评估量表，那这多元评估量表除了是根据目前大家已经在用的这个量表以外，我们也参考了其他量表的优点，还有未来这个纳保人口的需求去发展出来，所以它不是除了生理的需求以外，将来处于心智方面的、心脏方面等等都可以用得到，而且它不只是有成年人，将来儿童方面也适用。下一张。那这是多元评估量表的几个重大的面向，那它从这面向可以看到它可以有多元的用途。下一张。那另外一个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将来会把它资讯化。目前其实我们已经在规划，也有在试做，就是把这个多元评估量表跟我们的平板电脑做一个整合。那过去呢，大家做评估是用纸本，那事后还要做很多的一个资料的整理。那未来在规划里面，我们就透过平板评估完了之后，资料就自动下载，下载完去做评估，评估完勾完之后，它会自动产生结果，自动去评核等级的需求，然后利用这个，我们里面也会提供适当的资源，那就可以跟当事人去讨论一些所谓的这个照顾计划啊。所以它整个一连串下来，那资料也可以做一个自动的统计分析，所以未来的运作会比较有效率，而且会非常相对来讲会比较客观。好，下一张。那长照保险跟健保，我们也会尽量考虑到做到无缝接轨。那这里面除了我们对保险哪些属长保，哪些属健保，作为适当的区隔以外，也透过一个单一的保险人那提供一个中介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也发展整合性的照顾等等。好，下一张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整体的一个架构。那再下一张那下一张我们谈到的是我们在整个架构里面，我们也发展了一个叫案例分类系统。这个是为了要提供我们的被保险人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他多少的服务、多少的额度等等。那目前我们是用案例分类系统去把它做一个归纳，那我会按照当事人他的需求、他资源的耗用等等那就把它归成不同的一个包裹式那每个包裹都有不同的额度，根据这个额度来提供服务。那我们的支付里面，我们现在规划了13项主要的服务，包括主要的一些生活服务，还有一些是属于照顾者的服务等等那好，下一张。好，再下一张。
那我们的支付的部分呢，我想未来我们主要还是以社区跟居家为主，那机构的部分是由重度者啊，我们才提供机构的服务。那我们也会设定下一章啊，会设定一些不给付的项目啊，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参考。那另外我们会规划现金给付，但是现金给付是大家讨论蛮多的议题，但是我们考虑到，事实上有很多的家庭照顾者，他需要有一些经济的来源，也需要得到适当的回馈、尊重跟肯定哦，所以我们的规划里面，有实际提供照顾的，我们希望规划一部分的现金照顾。好，下一章。那对于现金照顾的部分呢，我们有设定一些相关的条件。下一章。那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照顾者提供照顾者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服务，包括喘息等等啊，这个请大家参考。那将来的这个照顾里面，下一章啊，我们也会考虑到品质的因素，那透过各种特约的方式来处理。那下一章啊，那我们要发展这个支付的标准。那下一章。那我们的部分的负担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它是一个补充性的裁员。那目前的规划是15%。下一章。好，那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流程，请各位参考。下一章。那保险服务的机构里面，我们会透过各种方式来做一个适当的特约。那这部分在管理方面，我们会参照健保的一些好的经验。下一章。那好，最后我想我们来看一下，从44页开始，好不好？下一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对民众的调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结果，我们过去多次的调查发现，至少有70%以上的民众是赞成政府啊规划长照保险。下一章，那我们在想说，那会不会有年龄层的差距？发觉说，其实在不同的年龄层，不管是年轻或者是年长，对于长照的支持跟需求度，事实上是非常的一致啊，并没有说年轻人就觉得比较不需要啊。下一章，那至于什么时候开办呢？至少将近有半数的人是希望越快越好。但是大概有70%以上都希望3到4年之内能够开办。下一章，那对于所付的费用，如果说长保的费用将来大约是健保的1/5的话，那其实也有70%以上的民众他们是会愿意付啊，就是没有问题。这个看到民众的一个倾向是非常的高。下一章，好，那长保法也会有几个影响，那这部分我就不再仔细的说明，那请各位参考。那未来我们的考虑上，我们觉得，下一张，再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基本上，我想我们在整个发展上，我们是逐步渐进的。那现行当然我们有长照10年计划，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已经规划了这个长照服务的量能提升计划。那透过这个不同的计划呢，我们先把基本的建设基础给建设好。那保险的推动，我觉得是未来长久大计哈。在适当的资源建设完毕之后，而且在我们的保险也透过一定的时间规划之后，我们的保险。未来应该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路，所以我想，不管是用哪样的方式，最重要就是提供民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度跟选择。那我们觉得，以长期来看，在整个民众的需求来看，长照保险可能是一个长期来讲未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做一个选择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规划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所以最后下一张，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觉得就民众的意向来看，其实大多数的民众还是支持用长照保险。那我们的规划也会考虑到各种因素啊。那当然要考虑到我们在未来建制好一个适当的体系、人力跟资源之后，那透过保险适当的规划，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来推动长照保险。那这可能是对于我们所谓的国家的长照服务的长照体系的建制的百年大计来讲，这是一个长期跟短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方式。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曲同光司长非常详实而且简要的一个报告。那我想非常详细的资料呢，今天卫福部准备的非常充分哦，所以更细部的资料欢迎大家参阅书面。那当然，待会大家如果对于长照保险针对卫福部现在推动的这个版本有任何的意见跟看法，我们今天是公听会啊，都欢迎大家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跟看法，怎么样让这个制度可以改得更好？因为我们台湾迈向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已经势不可挡了。我们将来的老年的人口大概在114年就每5个就会有一个，
老年的人口已经占了20%的比例，所以失能人口如果以现在去推估的话，将来其实长照保险它要去满足的是820,000的失能人口的给付跟照顾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分蓝绿，就是每一个无论将来谁执政都会面临到的问题，所以我很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没有政治的立场，只有怎么样把台湾的整个长照体系打造的可长可久，让我们将来的失能者真的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而这些失能家庭可以获得一定的支持。我想这是我们卫环委员会的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就要开始邀请今天出席的专家学者优先发言了。刚刚大家都有登记，我们就按照登记的顺序，每位发言5分钟。那首先我们邀请的第一位登记的是沈振南医师，欢迎沈医师。大家早，我是卫福部草屯疗养院老年精神科医师沈振南。我有15年的失智与长照临床经验，接触过1000个以上的需长照家庭。没有画面。我的题目是“天光长照有情地”，长照做得够好的社会，才是光明温暖、有情有义的社会。可惜现在台湾还不是。时间要扣起来，准备30几张 slide 哈。时间暂停哈，暂停，等这个画面出来哈。这个是谁？这个是几天前刚过世的美国前总统南希夫人。雷根前总统在1994年得到阿兹海默症，2004年过世。总共10年的病程，失智症的病程里面，南希夫人亲自照料。她虽然贵为第一夫人，但是她接受长照的重担负荷以后，她也几乎心力交瘁。所以失智症对家属来说是一个怎么样？南希夫人说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哦，你爱狗，但是你硬巴里啊，实际上她的精神已经不在了，但是你还是要照顾她，所以家属非常辛苦。那刚刚一直讲失能，但是失智跟失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谈长照一定要讲到失智。失智跟失能不一样在哪里？失智症的病程平均长达10年，失能是只有7年，所以这是更漫长的一段旅程。那失智症的老人家，他不是像失能一样卧床等着人家照顾，在轻中度失智的时候容易有躁动、多疑、游走，怀疑东西被偷，走来走去，甚至游走到外面去，所以家属很难照顾。再来就是失智老人家不是卧床的，活蹦乱跳不受控制，即使到重度及重度失智都还是走来走去，所以照顾技巧需要训练，不是像卧床那样食衣住行的协助而已。那中度失智以后，家属每天照顾他，但是得不到回馈，老人家不认得我，所以家属情何以堪，所以家属是非常辛苦的。那像这一两年来媒体报了很多阿嬷被魔神抓去了，3、4件、4、5件，都说是魔神啊。抱歉，如果是魔神啊，为什么都是阿嬷没有阿公？魔神啊都不抓阿公吗？不是啊，这个就是失智的现象。因为失智在阿嬷比较多， 女性活得比较久，然后失智的比例也高一点。遗妻外遇不主犯，翁拔刀夺命啊。78岁的老人家，因为抱怨妻子中午不煮饭，都煮给那个小三吃啊，妻子杀掉。为什么？失智以后吃过饭就忘了，而且容易有妄想，觉得这个配偶不忠，所以失智是会要命的。失智这个住在安养中心的老农民失智，拜托护士护理师，拜托帮我刊登一点启事，寻人启事要找谁？要找50年前他的初恋情人，还真的把他刊的。结果啊，网友说啊，这个感人，这个有洋葱，其实这个要花多少钱，还有失智老人家会迷路，迷失，警察如果不会处理他就会冻死街头。所以任何长照与法律一定要聚焦于失智，列为重点。韩国在2008年施行长照保险，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发扬儒家文化精神，启动国民集体大笑，大家一起来孝顺我们老人家，做长照保险用意在这里。
一位失智长者需要五个人以上照顾啊，所以你照顾好一位失智老人家，拯救了一个家庭哦，不是只有老人家用得到长照啊，年轻人用得到，说不好就会这样，王老先生钉死爱妻，被判了九年，结果关到看守所去，你还没审判完，他就死掉了，一下子解决了两个失长照、虚长照人口82万，后面马上减二了哈、哦。还有这个曾姓士官长哦，砍死这个失智爱妻。二媳垂死婆婆，这个都是长照悲歌，不是二媳。长照压力一来，受不了就会变这样。三个家属轮流照顾，三个儿子轮流照顾，一人10天。好、哦，那但是一个月有时候31天啊，第31天怎么办？老大说，老三说，我不管了，我就丢出去，等着看谁来接，我不管。哦、还有这个女儿未出嫁，为了照顾失智的老人家，哦现在台湾社会靠22万的这个外籍看护来照顾我们的老人家，哦，这样不行，哦，产生这个问题，哦，这个就是滥用外籍看护，就这样。所以要怎么办？失智的照顾模式有居家、日间，还有机构三种，三种都要并重。居家可以做到唤起这个年轻人来参与这个居家服务，日本就做到，哦，可以化成漫画。然后日间 daycare 不是来这边半日铺老，不是，是参加很多活动。还有，甚至可以帮老人家编生命故事书，各式各样的这个治疗哈。还有机构失智的要注意哦，机构照顾不是说把人家隔离关起来，不是哦。失智的全日照顾是可以做成小型温馨的失智之家，里面有非常多的活动，不到9个人的这个老人家住在一起，提供各式样的活动，甚至有可以专门的失智村。哦，好，先讲到这边，好，等一下再第二次发言。没关系，这个沈医师，我们待会可能还有第二轮的发言哈。您这个准备了很多简报资料，我们待会再听你的意见跟看法。我想刚刚沈医师是从实务第一现场啊，他接触到这么多的失智的老人呢，他们遇到的问题，提出他的建议跟看法，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的前署长杨正阳署长，也是亚洲大学健康产业管理学系的教授，我们欢迎杨署长。好，杨署长习惯往被巡台走了，没问题，没问题，都可以发言。今天是公听会，没有分哪一边。来来来，走得太习惯，很久没有回来了，所以走错了。这个王昭伟，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官员，大家好，大家早。这个题目是很大，那我等等呢。就以最近最热门的议题，因为要谈的话，就像刚刚我们前面的学者一样啊，就是时间不够，我重点就谈这个税收制跟保险制啊。那我们今天是有很高的急迫性啊，我们有76万人左右需要长照，那么目前大概只照顾了16万人，所以有50万个人随时会发生。常常最近报纸看到的就是照顾者把自己亲爱的被照顾者给他结束生命，所以我们台湾是一个老无所终的社会啊。那么很重要的这个长照的照顾呢，一个就是裁员，但是我先讲结论好了，这个台湾的健保跟长照呢是绝对不可能永续的，非常简单，因为我们人口是倒三角形，所以将来最后呢就是水浪高兴啊，这是台湾的悲哀，除非我们能够反转这个人口的这个结构啊，我们每隔一代人口就减少一半，因为每一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我们有1/3的人妇女呢一辈子大概都不会结婚了，不结婚不代表没有男女朋友，男士也是一样，我们有1/3的妇女一辈子25到30百分比的妇女一辈子是没有一个小孩的，是这样一个社会。那么我们的裁员当然最主要是充不充足，稳不稳定啊，在行政上是不是这个简化？还有呢，很重要，是不是公平？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它的运作。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的税呢，主要是劳动阶级在支付的，就是受薪阶级在支付的。所以呢，如果用税收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它是比较左派啊，用税，其实它是更右派，因为如果是保险制的话，雇主财团要交一部分的钱，如果是税收制的话，那最主要还是薪资
劳动阶级在，除非我们能够有一个翻天覆地的税制的改变，所以就 那样的话呢，我们税收制是不可靠的，是反而是更右派的。那么这个刚刚曲市长也报告过了，如果用税收制300亿，也不过占 GDP 的 0.2%， 1100亿也不过是 0.7%。OECD 人家平均是要 1.7% 才勉强可以提供照顾，所以这个裁员是第一个大问题。所以呢，财政部长有时候讲的话，不过他刚离开了哈，不再当财政部长了，我说是张盛和了哈。他讲说最大的问题是裁员，跟健保一样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健保。健保经过20年的学习，现在健保呢是由利害相关人，就是付费者代表跟业界的代表组成的健保会在运作的。也就是说，取消了很多的委托人跟代理人。我们选民选立委，我们是委托人，立委是代理人，然后他监督行政院，行政院再委托这个卫福部，卫福部在健保署，健保署在委托医疗院所，然后再由医师来照顾我们。每一个委托跟这个代理呢，就很容易大家想占便宜，但是不负责任。可是我们现在健保会呢，总额谁决定的？不是行政院，也不是卫福部长，也不是健保署长。所有的里面到底要支付多少，要给什么照顾，所以呢，这个是健保经过20年的学习，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运作。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长照呢也需要这样做。如果是公务预算的话，这是老百姓认为这是政府的事；如果是保险的话，是大家的事。也就是说，所谓的社会连带责任，就是所谓的休戚与共，大家互相扶助。他有这样的，我叫了健保会，我叫监督健保；我叫了长照的保险会，我叫监督健保。如果是税收制的话，那就像以前一样，这个卫福部就夹挤在民众要更多的照顾，那么提供者说我要更多的支付，那么这个行政部门呢，就是被夹杀了啊。所以只要以前只要一调健保费，这个署长就要下台；将来呢，只要一调整这个长照的费用，那么部长就要下台。但是现在的健保它就不一样了啊！我先报告到这里。只是我很悲观，因为不可能永续。不过我们还是要做。我们不希望一个我们说老无所终的社会。谢谢。好，我们谢谢这个杨署长哦，他刚刚点出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们不希望台湾未来变成一个老无所终的社会，我们希望老有所终。因为我们传承的中华文化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互助的社会，我们必须让大家的晚年其实是有得到一定的保障的。好，非常谢谢杨署长的意见。那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台大健康政策管理研究所的教授吴淑琼教授。王昭伟，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各位官员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台大健管所的吴淑琼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么快速老化的台湾我们来讨论这个议题呢，其实是非常的感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共识来为我们的长照能够建立一个体系，这是非常好的那不过呢，我看到了台湾的现况我必须要提出一些现况因为今天看到大家就是一味的把重点放在说我们到底要税收制还是要保险制，可是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去做我点出一点现况我们现在呢，大概有70几万需要照顾的人口这个都是卫福部的资料有70几万。那我们呢，能够做的是什么？依照国际的经验我们是要社区化我们是希望照顾社区化，我们希望有一个多元的社区照顾网来提供这个长期照顾。那这么样来讲的话呢，这70几万人呢，我们希望说把他们都是放在社区里头照顾，所以呢，我们相对的就是要有很多很多的居家跟社区的照顾资源。可是呢，我们来看看现况，我们卫福部的资料我们现在的居家服务
这是骨干的服务啦，只能照顾40,000多人的老人、哦、我们只能照顾40,000多人。那其他呢，像家托啦、日托啦、哦、这个社区的照顾大概是2,000多人、哦、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哦、那这样子来看的话，70几万人需要被照顾，我们只有40,000多的居家资源、社区资源，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空洞的、很贫乏的一个社区照顾网啊！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状况啊，那为什么会这么贫乏？其实就是我们的居家服务人员、我们照顾服务人员一直长不出来，一直长不出来哈、啊。可能在5-6年之间呢，长个3,000多个人，顶多哈、啊。看到的数据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现在居服员呢有多少？8,000多人。那、啊、其中呢，只有5,000多人是专任的哦，这个是一个非常贫瘠的社区的那个照顾啊、哦。那如果了哈、哦，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大家都要非常赞成这个保险，那我们就开办保险。开办保险呢，结果是怎样呢？我们的70几万人呢，我们要怎么给付啊？我们要给付他们服务啊？我们能够给付的在社区跟居家只有40,000多人呢、哦。我们以目前的资源来看哈、哦，那我们的机构有多少？将近10万床嘛。所以呢，也大概只有10几万可以被照顾，那剩下的60万做什么？60万人怎么办？现金给付啊、哦，我们有规划现金给付，那这是我们要的吗？我们建立好辛苦来建立一个保险制度，我们要的是我们可长可久的长照体系啊，体系里头我们要的是服务，我们真正是要提供服务，结果呢，我们给付了这么多的现金。那到底是不是我们要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急于来谈这个立法？急于谈的立法说我们要不要保险？我们要不要让它通过？哈，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好，那有人说啊，鸡生蛋，蛋生鸡哈，我们用保险把钱拿进来了以后呢，啊，资源就长出来了哈。这个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社区跟居家的资源，我们用了多少力量？好，在过去我们发展多少？那我们能够说好，那我们2年以后呢，就把它长出来了。保险开办以后就长出来了，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推估，这个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推论哈、哦。那这个推论的话呢，其实呢，大家可以去看看，哦，那个 Dr. Campbell 的那个团队，他在 Lancet 有发表一篇文章，我们好好去看，他是去检讨日本跟德国，都是开办保险啊、哦。那日本呢，给付现金，啊、哦，那现金给付以后呢，是什么？时间到的时候，哎，德国是给付现金哈。哦，那日本呢，因为他没有给付现金，所以在这篇文章里头已经告诉我们，给付现金以后是什么？正式的服务是长不出来，哦，家庭一样是苦哈哈，还是家庭的责任嘛，责任还是在家庭里头，没有任何的差别啊，哦，那这个要怎么办呢？那现金给付其实是相当不利居家跟社区资源的发展。哦，那这样子下去的话呢，我们还是得不到一个照顾。还有另外一个，我最近呢算了一个叫做 caregiver support ratio。这是什么呢？一个指标。那这个指标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80岁以上的人口去看推估啊、哦，未来啊，80岁以上的人口，我们到底有多少潜在的照顾人力？潜在照顾人力是谁呀、啊？45到64岁的人就是潜在照顾人力。一算，我们这个指标会降得很厉害啊。我们现在大概9点多，然后以后呢，只剩下1.4，也就是说，一个80岁以上潜在照顾人力呢，只有1.4个人。那我们再给现金什么？拿到现金以后呢，家庭有人力吗？长出人力来吗？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保险跟税收？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如何长出社区的照顾人力，我们要如何长出社区跟居家的照顾资源，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好，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吴教授，他刚刚其实点出一个问题，也是目前政府极力在推动的，就是我们透过长照服务法，透过长照基金的设置，现在要全面的去提升社区里面还有居家方面的不足的设施或者是人力的提升哦。的确，这个基础工程没有打好的一个情况底下，那还是就是即使推动保险，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服务。但是呢，我们希望这几年我们整个政府部门可以加紧哦，在我们其实好不容易立法院已经通过了长照服务法，也设立了基金哦。我们用这几年的时间，想办法要把这个服务量能提升。你们有个服务量能提升的计划，这个部分的确是需要扩充的。我们谢谢吴教授的意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国家政策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林建成先生。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在场来宾，大家好，我是国政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林建成。首先我是想对于税收制和社会保险制的一些争议，做个说明。基本上，不管是税收制或是社会保险制，其实它只是一个裁员筹措的方式。那在行政制度上面，如果说我们税收制就像现在是采委托委办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我们用社会保险制，我们就是可能像健保一样用特约。那其实在背后的整个服务提供的内容和内涵，其实不管我们是税收或是社会保险制，其实我认为基本上应该都是大同小异，不应该有太多的差异。但是我们要回头来想一想，就是说那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的钱才够来办这个社会保险？如果我们要采税收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吗？我们看看财政部的一个资料，以我国的户税负担率，我举那个2010年的资料来看，含社会安全捐，我国那时候才有18.5%，可是瑞典已经45.4%，也就是说，瑞典几乎是台湾户税负担率的2倍以上。那就算不加计社会安全捐，2012年的时候，台湾是12.8%。大家都还记得创下有史以来很低的一个记录。那瑞典不含社会安全捐在2012年也是有34%，所以是我国的赋税负担率1倍以上。那我们要回头来想一想，瑞典的税收制真的适合台湾的现况吗？我们有办法把我们的赋税负担率提高到1倍以上？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考虑采取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险的一个方式来筹措裁员？接着我要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社会保险的制度的时候，其实除了裁员的问题，那另外就有关于人力的问题，那也有所谓像现在卫福部所规划的现金给付的问题。那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整个长照的一个发展上，好像一直有一点日本化的现象。所谓日本化的现象，就是说日本他们早期在1985年的时候，人口达到10%以后，他们开始了一个所谓的黄金10年，接下来又个新黄金10年。那台湾也在人口高龄人口达到10%以后，在2007年提出了一个长照10年计划。那日本一直拖到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已经高达17%的时候，他才开办介护保险。那台湾现在其实在2年后已经要迈入高龄社会，达到高龄人口14%，在9年后，2025年，就要达到1/4的老年人口，所以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说，我们是不是要跟日本一样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很严格限制所谓的外劳，所以他们比如说透过语文能力等去限制外劳的引进。那所以说，日本比台湾情形更严重的说，台湾现在还有20几万的外劳在提供照护服务，在这日本，他是没有办法仰赖大量的外劳的。那另外呢，日本刚刚有学者提到的，就是说日本其实没有普遍性的一个现金给付，其实是一些偏远地区、一些服务不足的地方，其实他还是有津贴，还是有现金给付。那其实国内也有很多，日本很多学者，他们一些女性主义者，他们认为说，提供现金给付，就是把妇女留在家里面，不能让她出去工作。那其实国内有这样的主张，但是我们来看看，就是说，世界上5个实施社会保险的国家里面，提供现金给付的
包括荷兰，包括德国。那我所知道说，德国选择现金给付的至少超过三分之二，那荷兰也是高达六七十以上。但是我们看德国和荷兰的妇女，就是妇女的劳参率，其实它是逐年上升，而且稳定到2014年资料，它稳定是在六七十以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数据，就是说整个现金给付并没有影响到荷兰和德国这些提供现金给付的他们的妇女劳参率。我先报告在这里，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林研究员呢，他提出来的就是说瑞典，他大概是我们整个赋税的负担大概是两倍啊，所以他们走税收有这个可行性。那台湾的确我们要认真思考，因为我们现在的税基的规模，我们税收制可以走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有没有在往上调涨的空间，就是把税收制走到底，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还有保险开办的时机点，我想刚刚大家有提到刚刚其实曲市长讲得非常清楚，可能要用四年的时间来筹划，也不是现在开始哦。那是不是四年以后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我想可以再征求大家的意见。刚刚大概研究员提到说，日本可能开办时机有点晚了，所以开办以后有点是追赶的情况。那台湾我们到底要选择什么样合适的时机点，是大家可以再集思广益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国立空中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林谷彦教授。主席，在座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我是国立空中大学社会科学系林谷彦老师。我想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其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于我国在准备整个长照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各位在座的都比我还清楚。那我在这边呢，其实想跟大家分享是我在德国念书，在德国的时候我学的是健保，但是呢，我因为现在台湾念完社会福利的博士，然后所以我感谢国科会哦，我先到德国去做了博士后研究。那当时候的博士后研究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德国的长照保险制度。那之后呢，我又继续在留在德国念他的健保制度哈，所以呢，我想说，我把这几年来，就是从2011年回国之后，其实我陆续的还是又回到长照的一个环境。那这从2011年到现在，到今年的寒假为止，每年的寒暑假，其实我都到德国去做德国长照的实务的学习。好，因为作为一个法律人，其实实务呢，我不是很懂。那我想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德国他们当时候要实施长照保险制度。那主要是因为在1994年立法通过之前呢，其实受了几个刺激啊。第一个是当时候其实北欧国家已经有这个长照的制度，虽然他用税收。第二个是呢，荷兰用社会保险的方式，那跟他很接近的奥地利呢，他用的是税收的方式。好，那可是奥地利是用现金给付为主，那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就先不谈这个问题。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是说，德国当时候会采取用社会保险的方式，其实因为他在1994年以前呢，他们的整个的一个结构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长照的一个制度，他们其实是有的，只是说他是透过税收的方法来协助。所以当时候呢，甚至两德统一之后，在德东地区呢，就发现说当时候的德东地区那个社会救助的支出呢，在长照保险，在长照的照顾上面100%，那德西呢，就西德的部分是80%。那可是我们如果学社会福利的话，我们大概有几个基本概念是社会救助，它其实在社会福利里面是作为一个社会福利系统里面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不应该破坏一个这样子一个理念。它社会救助是一个补充性的一个性质，所以呢，德国就在思考说，那到底有哪一条路适合我们？后来呢，他们发现说用这个保险的方式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当然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德国在整个社会保险的历史是很久的，那他们整个实施的经验，第一个。第二个是他们认为说其实裁员独立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我曾经就我们也曾经邀请过德国社会政策学者 Nagler 教授，那当时他在台湾演讲时有与会者问他，为什么这个税收跟保险的区别在哪里，那他就提到说其实真的整个裁员的独立，那第二个就是他运用起来是弹性的。那我想这
要好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时间有限哈，分享我还有两分钟。第一个再过来就是说呢，那个他是采取整个所有的老百姓都应该要加入全民健，都应该加入长照保险。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德国的研究里面，他们就认为说，其实所有的人他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从出生到老死，他都会面临到被照顾的风险，这个风险是很重要的。那德国基本法第一条规定说，所有的人的人性尊严应该被尊重。基本法第二条第二项的前半段规定说，所有人都有权去争取到他的生命跟身体不被侵害。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德国作为一个社会法治国家，他其实呢就有一个国家就有一个义务去照顾人民的健康，照顾人民的被照顾的一个状况。也因为这样子呢，在这样子一个宪法理念之下呢，他的这个长照在推动的时候，在当时1993年提出来的立法草案里面就提到的是说。就一个小孩子来讲，他从出生到他的他在出生的时候，他其实是会面临到整个被照顾的风险。一旦他这个风险产生的时候，他被照顾的时候不只是50年，甚至更多于50年。那如果一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不是未来有可能因为支付了很多的钱，然后又变成是社会救助的一个对象？那这是第二。第二是对青少年来讲，其实青少年发生在温法就是那个车祸呢是很多的。那这个时候当大家可以去看看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照顾他？那至于现金给付，我想等一下呢我还可以还有一次记得发言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他的现金给付、实物给付跟混合给付他是怎么去做的，那他的成效是怎么样。那另外就很就是当然每一个制度呢都有它的优缺点。那今年寒假我去慕尼黑的这个联邦慕尼黑的这个访谈的时候呢，就他们的那个医师照顾服务中心的这个就是 leader 哈，他就告诉我，他说呢，其实我们德国的制度不一定完全是我们制度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我们有我们的优点。那台湾呢，可以避掉我们的缺点，然后呢，参考针对我们的缺点去做改良，然后呢，参考我们的优点，那这样台湾会是最好的一个制度。好，先到这里，谢谢。好，我们谢谢林教授的发言呢，我想他对于德国的整个保险制度有非常多的深入的理解，我们欢迎待会第二轮的发言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要邀请的是洪新平副执行长，台北市脊髓损伤福利基金会，谢谢。主席、各委员、李老师，早安。我想前面听了很多先进前辈的说话，我今天以机构代表的身份为长照服务里面的主要的一些使用者来说一些话。分下一页。Okay. 我们长照服务其实主要有三个主角，一个是有自主权，就是他可以决定他要什么样服务的使用者，一个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要什么样的使用者，所以他有一个主要照顾者，再来就是我们第一线提供服务的照顾员跟居服员。那这三个我们讲说长照中的主角，他们对这中间有不同的盼望。麻烦下一页。我讲说有服务自主权服务使用者，举例来说，像脊髓损伤者37岁，工作都受伤，已婚子女上有，第一句话都是说我不要去住机构。那他背后反映的说，其实是因为他现在想要住在家里面的资源不足，所以对他家人造成很大的负担，他才会说这样子的话。然后再来就是他希望自己不是负担，也就是说在长照里面，其实我们不应该只是 去考虑到消极的养护的部分，其实有一些积极性的自理训练是可以让他功能能够再重建起来，然后恢复比较好的生活。然后再者就是我也不想用外劳，可是脊髓损伤者上班的时候需要3到4次的排尿协助，那他能怎么办呢？像现在的居家服务或是居家护理都没有办法 cover 到这个部分的服务。好，再来。好，那主要照顾者同样的第一句话就是绝对不可以把你阿布送到养老院，不管家里的照顾者是怎样。我想这个大家都听过，尤其是中南部跟东部，不管当地的照顾机构评鉴再怎么样优等，品质再怎么样好，但是还是一样空床，没有办法，这是台湾人的习惯。然后再来，那日间照顾可以去吗？不行，阿嬷说那里的人看起来都不看正常。为什么？因为现在台湾的日间照顾都是混合型，等于你进去的时候失能跟失智的老人家是在一起的，失智的老人家进去看到里面都是坐轮椅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里。那为什么是混合型呢？大家都知道专业型的不管在学理上或实务上都知道专业型的照顾效果比较好，可是为什么要混合型？因为节省照顾成本。然后同样都是外劳的问题，还有现在一直没有办法提台湾一直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夜间服务跟紧急服务的提供，我想这是很多家属的需求。再来，
那照顾员的部分呢，那更不要说了，虽然他们在这中间是唯一有拿到薪酬的人，可是他们很辛苦。去年十二月的时候，移工只有一个有口号，活要休假，365天都没有休假的工作，这不是人做的工作，不管本劳或外劳。那同样的，照顾员不是佣人，这个牵扯到说照顾员的劳动条件跟他现在的产业愿景到底怎么样。那相对的，我们社福外劳现在超过了21万，可是本土训练员训练了9万，大家跑掉了2/3。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就业市场怎么去流动。还有最重要，大家看2013年6月这个新闻，一个看护因为照顾一个老人家的时候摔倒致死，所以他被法院判处业务过失伤害罪刑6个月，而且要赔偿368万。请问你，就算现在提高照顾员的薪资，如果这样子的职业上的保障他没有办法去建立的话，有什么人去敢踏入这个职业去成为照护员？所以我讲说长照发展愿景，它应该是把前面这三个在体系里面主要运动的 ABC 这三个人的东西去结合起来。那这个前面很多先进也讲了，我们不要机构，我们希望就算机构托顾，也希望有人性化家庭化的感受，希望有居家服务时数能够提高，然后零碎服务、业界服务、紧急服务可以去处理。照顾员说希望我们把我们当人看，我们的服务态度要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以上这些问题是不是开办保险之后就可以解决 ？OK， 那前面一直讲日本的状况，我觉得日本的状况反而是让我们民间机构会觉得担心的，因为他在第一期开放的时候，5年之后做了第一次的检讨，爱主在机构的成本远远高过你的自宅安养，为什么？因为养护人员就像那个保险推销员一样，只要是有给付的项目就不停地去跟案主去推销，你应该要做这个，你应该要做那个。只要住进机构就算是一站式的服务，他也是尽量去推销我们所谓的高价位啊、高毛利的服务先排进去，所以造成说保险局他入不敷出，在5年之后他们再必须再去调高民众的支付的费用。那我在去年12月耶诞节的时候投书，我在讲说就是说现在我们资源要长出来，期待说保险推动之后资源长出来，这是大家的心愿。那我比较赞同前面吴淑雄老师讲的，我觉得这个长照关键它应该是资源、服务跟制度规划这三个东西是要一起进来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只去考虑资源，可是其他服务跟制度规划的部分没有一起进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A 加 B 加 C 的愿景反而会去导到另外一个方式去。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而我们现在可以先做的事情，在保险制度之外，甚至现在可以拜托各位就先做的事情，在监督行政机关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先调整一些有利长照发展的制度，像身障服务的衔接啊、户籍的制度啊、台湾经验的发展啊，然后我们自己本土其实这10年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于多元化服务的发展。那我觉得现在一开始就去推动保险化这件事情，反而是会有利机构的成长，但是不会有利机构跟财团投入的成长，可是会不利我们现在想要的社区化、在地化、多元服务发展的方向。谢谢。好，我们谢谢洪副执行长的分享我想这个待会最后的时候，我们希望主管机关再来回应显然现在外界有点误解你们是长照双法、长照服务法跟长照保险法，但现在外界可能会解读成说你们只要推保险，可能会忽略这些很基础的重要的资源跟制度的设计我想这的确是一个误解，你们待会必须有一个更充分的说明。好，那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中华民国启智协会理事长周辉堂理事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伙伴，大家早安。中华民国启智协会周辉堂发言。我想第一个先要跟大家说明，是刚刚好像对机构有一些误解那我是代表机构来这里说明，其实身心障碍福利机构90%以上的机构都是非常优质的，请大家放心。那今天在谈那个是保险制或者是税负制我觉得这个谈这个问题可能现在是因为小英政府已经被当选了嘛，所以我倒觉得说站在机构的立场我们是比较关心的是说我们机构怎么样去营运下去，在保险制也好或者是税负制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去身障机构怎么样去营运这样的改变。我想因为长照服务法的一个公布对身障机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想这里为社家属的长官也在这里他们也是感同身受啦因为好几次的会议的时候都听他们在讲说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困扰那我们机构里面对这样的一个疑虑啦，比如说在保险制方面我们之前就有在
一些特定的场合在表达过，就是说保险制的实施，我们的身障机构可能会被切成两半，一半是符合长照的，以后是还是恢复社会福利的部分。那我们机构是非常困扰，说将来这个切成两半之后，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机构里面现在目前，按照我们的数据里面好像是33%才符合保险的，其他都不是。那机构怎么办呢？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身障机构现在的服务品质是很好的，可以保证，可是我们很疑虑是说，因为现在比较偏重护理方式的一个长照的方式，我们机构服务品质我们会担心说是下降非常多。那这样子是我们愿意的吗？也是我们在人的福利场，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吗？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那个不管保险税负，我们在规划里面都有部分非公益事业会进来。那我们身障机构是我们身障机构是公益事业，那将来这个部分是不是会造成市场上的混乱呢？我们是一个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哦。那所以我们参加好几次会议之后，我们身障机构的团体有一个在这里希望呼吁说，我们长照服务法是不是需要再重新修订一下？我们建议说，我们小英政府上台之后，那个长照服务法再大家来审视看看哪些需要不妥的，应该要改变一下。那另外一个呼吁在这里呼吁是说，我们既然长照服务法要实施，那我们身障机构的因应是非常复杂的，是不是暂时可以先把身障机构先不要列入适用范围？那好好的考虑之后呢，请社家属这边好好考虑之后，我们再来跟照护师这边两边再去共同讲说，我们身障机构怎么去改变？因为身障机构它本来就是一个政府有补助经费的一个机构，那像护理之家、老人机构是没有的。那这个我们社会有上，我们有天花板，那这个以后怎么去处理呢？还有那个以后，因为现在目前身障机构没有去募款，是非常困难营运的。那以后符合长照的一个实施之后，我们身障机构还要不要去募款？还可不可以去募款？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以上是代表那个身障机构在这里所做的发言，谢谢大家。好，我们非常谢谢周理事长就是他提到的，他很担心未来这些身障机构跟长照的服务体系怎么样去融合跟整合的问题甚至希望是不是可以再缓一缓。我想这个待会也请主管机关一并说明解释。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成功大学医学院护理学系的教授陈建敏教授。主席、委员、各位长官以及各位学者专家，大家早。这个首先我想一开始之前，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这个政府开始针对这个老人长期照护或者是一些失能者的这个长期照护问题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关注。那刚刚各位学者专家也都充分的一个表达那我想以护理界的这个代表来看，我们是临床第一线，就看到最有失能需求的人，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政府执政以后，都对长照都会有相关的一个关注但是一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询问一下刚刚那个发言的周理事长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机构照护刚刚加了一句话说这个以后会把护理的部分加进来，会担心照护的品质会下降这个我实在是不太懂，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提供第一线照护的一个人力啦。那我想大家都是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做得更好，所以怎么样子做，确实是应该是大家这个共体时间或者是共同来努力的那我想这个部分就先澄清一下，那也希望等一下能够有再发言的一个机会。好，那我想我今天主要的一个发言是针对我们收到的这个讨论提纲第一项其实就提到了说想要讨论的是税收制是不是针对保险制
保险制是不是相较于税收制是比较能够提供长照的长期照护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财源哈？那我想今天是公听会，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能够提供一个多方的一个建议。那其实刚刚这个曲市长在这个报告的时候也提到了说，我们其实财源的筹措很大的一个部分呢，是来自于三方面的一个 share 哈，包括政府、雇主跟保险人。好，那在保险人的部分，其实刚刚大家也都提到了，这个保险人其实是从出生就开始要缴这样子的一个保险费率，那这样子的一个保险费率，刚刚也提到，现在照失能的人口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需要长期照护保险。那对保险人来说，他从出生就必须要缴到他工作退休的那一天为止。对保险人来说，这样子是不是公平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我想提出来的。那第二个，最主要这个要裁员负担的来源，其实是雇主要负担很大的一个部分。那雇主其实是因为他就业的劳工，所以他们来 share 这个部分的一个保险费的一个支出。那就雇主来说，他当然希望现在来工作的劳工是一个健康productive 的劳工，那如果他现在就要来给付这样子的一个失能给付，对雇主来说，会不会他的意愿可能也是在我们政策推动的考量上面，可能需要要去考虑的哈。那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政府哈，其实我们明文上面也提到了说，政府的一个支出是不能够少于 36% 的，那这个 36% 基本上还是要从税收来嘛。好，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到底税收跟保险制是不是比较裁员的稳定性上，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 debatable 的啦。好，这个是以上刚刚提到这个裁员的筹措的方面。那另外刚刚因为杨前署长也上来发言了，我就想到了说，其实杨署长当初在这么受爱戴的情况之下，还是这个为了要来推动这个二代健保而下台吼，所以不晓得说大家对于这个保险制度的稳定性，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如何建立制度化的一个调整机制，是这么有信心的吗？吼，从保险刚刚也提到20多年来吼，怎么样子能够让它收支联动？这个在全民健保法里面也写得很清楚，5年要来精算，要来调整，可是全民健保开始实施以后5年有调整吗？好像也没有。好，所以如果这个长照保险，我们现在提到的是说，也许需要一开始是 1.19%， 这个呼吁的就是说未来是1300亿在长期照护服务的投入。那我们需要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钱收来以后，这个1300亿是叫现在我们长期照护的服务的制度的建立是增加多少钱？我们现在一年的长照服务的花费大概50亿吧，好，那1300亿要怎么用？好，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去考虑的。那更重要的，如果是要说收支联动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容不容易啊？好，那现在摆明了，大家就看到说人口快速的一个老化，我们怎么样子在面临2025年老人人口20%以后，我们的长保费有没有办法能够弹性的一个调整？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公听会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也让我们相关的专业团体提出来我们对这个部分的一个关注。以上报告。好，我们谢谢刚刚陈教授的发言哦。刚刚他点出来的几个问题，不过我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无论是我们走保险或者是税收，政府都有负担一定的责任，所以这个裁员的筹措，无论是税收制或保险制，政府要去筹措这样的裁员是都一定会面临到的。那最大的不同应该是保险制，他的刚刚的报告里面就有提到，他将来他希望比较是全部失能人口都可以达到给付的状况，所以他需要1100亿这样子的一个税收。那如果我们只维持大概是300-400亿的规模，可能每一个人如果要11000元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的话，大概只能补助25万人，这是最大的差别。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要希望将来建制起来的制度是每一位失能者他都可以得到适当的补助跟照顾，还是说我们是采取非常保守的策略，我们大概就看说我们政府能负担到什么程度，那就是维持我们现在大概是长照10年的规模，再多一点点，
那可能有多数的失能家庭，他还是没有办法获得照顾。我想这个是我们可能在取向上面不同的选择。所以我刚刚也在强调，今天我们讨论的议题，我们不看短期，我们要看长期，如何为台湾建构起来一个是可长可久的一个长照的服务体系哦。我想我们今天聚焦的重点，事实上就是在这里。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财政税务系的教授黄耀辉教授，谢谢。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哈。关于这个长照制度哈，到底是要采税收制或保险制哈？我个人的立场很清楚，就是赞成税收制哈。理由何在？最主要是第一个啊，麻烦下一页。这个税收制不适合我们台湾现在的政治跟财政环境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国家财收税收制，教授，我可以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是说不赞成税收制，是口误吗？我不赞成税收制，嘿。不赞成。不赞成税收制，我赞成保险制。那这边我是分析税收制的一些问题哈。任何国家采税收制的话，它的前提条件就是租税负担率要高，财政状况要好。那台湾呢？目前这个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哈，甚至可以讲说是连生吃都不够了，哪来晒干呢？因为长照经费大家都知道非常庞大了哈，少则几百亿啊，多的话就上千亿。那如果任由家庭去单独承担，或市场商业机制去承担，或政府来承担，单独来承担都没有办法哈。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租税负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哈，大概目前来讲，大概只有13%，占 GDP 13%，啊，是简直是租税天堂啊！每一年都入不敷出，所以连年赤字，那个债台就高筑啊。这种情况，你想想看啊，即使刚刚财政部啊有报告说我们这几年财政稍微改善，税收有点超增了，但是啊，我们累积的债务有5兆多啊，那如何去偿还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啊。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财政呢，反正是需要我们长期照顾啊。另外一个哈，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小英哦，他也打这个房地合一税，还有遗产赠与税啦哈，土地增值税的这个算盘啊，我跟各位报告，房地合一税啊，我有参与研究，当时财政部它是采取轻税的原则，避免冲击太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初期税收少啊，长期是不看好，因为它的一开始它就轻税啊，所以一开始的估计的税收大概只有20几亿啊，那长期来看呢，房市下跌，所以房地合一税啊不可能带来什么税收。那遗产赠与税大家也知道，就是机会税哈，必须靠很有钱的人过世才有捞到一些啊。你看看过去几年，每一年大概只有200-300亿，光王永庆跟王永在兄弟就贡献了150亿啊，没有几个王永庆、王永在来贡献我们的遗产赠与税，所以这个税收绝对是不够的哈。那更何况啊，我们那个遗产赠与税啊，它是共分税啊，中央跟地方这么分啊，所以中央啊到时候分啊分不到一半啊，所以用这个遗产赠与税来当作长照的裁员啊，这个税收显然是不足哈。啊，再麻烦看下一页哈。如果用税收制，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要加量不加价，因为它是新增的政务，政府怎么可能说我增加了这个支出，那不加税，那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不大可能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呢只有更加恶化哈。那如果他把这个指定的税收用来支应这个长照的话呢，那变成指定用途税的话，那一样啊，足迹总数就要烦恼了，说，哎，这我其他的这个税收呢，就排挤到其他正式别或其他单位别的支出啊，到时候这个筹措出来又是很大的困难。那另外一个就是税收制啊，你这个纳税的人跟享受长照服务的这个受惠者之间呢，他没有权利义务的连结关系哦，所以财政纪律上啊，比较会容易失控。如果造成财政恶化的话呢，那个可能到时候就不得不节流啊，于是要透过什么资产调查的话，这个又会很让很多长照的需要者哈，这基本服务啊都没办法受到照顾。那我们看到现在小英啊他们提出来的长照的经费需求大概只有300-400亿哦，这跟所有专家所推估的最保守的数字大概少则要700亿来比的话，啊，一半都不到哈，所以这个绝对是不够开办的需求了哈。那长照的需求，这将来会随着人口老化的速度啊，它会成几何式的成长，所以这个税这个支出的
增加的速度非常可怕啊。所以到时候如果你想要再转型成保险制啊，我认为政治上困难度很高啊，就是这个是典型的今天不做啊，明天就会后悔。那公共资金投入少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税收制啊，它投入的资金少，那对于我们这个长照产业的规模就难以扩大，那这个经济效益就没办法发挥，所以啊，可能不要太偏重于这防弊啊，而就是以至于没办法心力哦，这个对我们的经济可能是帮助也不大哈。那我们看到税收制的英国，它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家庭负担呢，还是超过大概36%。所以也没办法减轻民众的负担，所以税收制我个人不是很赞成。那如果再看下一页，保险制的话呢，简单来讲它就是个别负担轻，然后加总效果大，然后如果透过连结健保制度，我们可以降低很多的这个行政成本，然后三个单位包括政府投保单位跟保险对象一起来分摊的话，个别负担很轻的民众的话接受度就会高。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这个像日本、德国，他们都是用这个保险制那个制度推行得很成功，所以以上的几年前就跟大家分享，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黄教授，特别他是从整个财税的观点呢，帮我们分析比较，就是税收制跟保险制它本身的一些优缺点，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江慧珍立法委员，也是。之前呢，在整个长期照顾服务法呢，他担任招委的时候是力推过的，所以他个人也非常关心我们整个长照双法他的实施的期程跟运作的过程，我们就欢迎江委员。谢谢主席哈，我想本来我准备了一些资料啊，不过因为刚刚从第一个听到现在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我觉得应该大家可以把它渐渐的把它提出来哈。我不管我们不必去思考到说现在马上520之后这个新的政府他愿不愿意来讨论纵使招委愿意排这个案子会不会想要讨论行政院现在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版本我认为如果是排拒的话，那新政府是非常不智的因为事实上第一个，如果你能够提出来的是照顾的人口比较广泛，比较覆盖率比较高，然后呢这一个你能够呢让民众的一个不管是收税还是收费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那又能够可长可久的稳定性的一个裁员的话，那为什么不讨论？如果连讨论都不讨论的话，那这个会造成社会舆论的一个怎么样的冲击面，新政府是要去面对的那第二个呢目前呢刚刚其实呢这个黄先生有特别提到尤其我来自于基层过去我在板桥公所我们现在讲到的遗赠税的部分不要一厢情愿的认为说我今天要做这样的一个社会一个安全的一个网络的一个部件那还要去兼顾到所谓的财富重分配，这个是非常不理性的那你要财富重分配，你认为你会达到的是一个公平正义，但是事实上需求这样的一个长期照顾的人口不会只有低收入者，是应该是所有的，我们当时在长照服务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精神，就是说它是一个全人口全年龄的一个照顾，它不会因为你只是65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照顾。我们知道65岁以上的老人他也许在所有照顾人口当被需要被照顾人口当中是多数，但是事实上那个比例，其中很多的比例图当中可以发现不管是年轻人这个发生这个车祸的比例高当然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些现象这么多如果你只认为这只是在照顾老人的一个政策的话，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思考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身障团体对于即将这个要讨论的这个长照保险也好，未来长照的一个推动也好，他们会很紧张，因为他们是一个长期的需求者那另外的我要提的就是说地方上我们纵使是遗赠税，它虽然是一个不但是一个机会税，而且呢比如说你在县市政府里头你要留80%在地方政府20%才上缴中央那如果在直辖市是各分1/2这个是现有的税制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部分是如果你现在
计算的是说，哦，我一赠税一年，像刚刚讲的一年，哦，有王永庆、王友在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有多少？第一个，那个机会不大；第二个，你纵使收到了，你不是全然可以拿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税制的一个支出，你还是必须跟地方去 share。 好，你说地方你全部拿到中央来做的之后，你不也是要把，你一样要去把另外的政府的税的部分另外再去支应地方政府的需求，这不是只是修法的问题哦。那所以呢，基本上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啊。还有房地合一的部分，现在呢都还在明，我真的很担心房地合一税实施的下去吗？因为我这次在选举的时候，很多民众的直接的反应啊，不是只有所谓建商财团在反抗这个部分，一般的民众到底懂也不懂，他也认为说这叫奇怪，哦，所以这个部分会不会走不走得下去还不知道，哦，这么多的不稳定，这么多的不确定，可是你却要拿来。好，如果你真的要税收，你喝大，你就用营业税，营业税只要每个人有消费都会收到。我如果记得没有错，当初民进党拿出来的最初始的版本就是要增加营业税，可是在几次的协商谈判当中啊，偷偷摸摸的把营业税拿掉，改变成遗赠税，然后呢大家在讨论房地合一税的，再把房地合一税再塞进去，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在税收这一块，连当时的民进党的党团，上一届民进党都非常的犹疑，都非常的暧昧，你就可以知道税收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行。第二个问题，就我刚刚听到一位提到的，就是说，啊，哎，三百，今麦是超过十几亿了，啊，伊要千几亿的时候，啊，是要安那开，啊，是安，敢开落去？我这句话我听不懂，我也听不下去。那到底是我现在看到的地方上的，现在比较有时间去地方上，不管你是什么照护什么呼吸照护中心、照护之家、安养之家，我比较有时间到第一线去看，现在收费能够低一点的，几乎都是因为吃掉了大部分的健保，都还在用健保在撑着，尽量卖出医。要不然你看现在多少的地区医院跟区域医院，讲得好听叫转型成安养的照护的机构，这不也是很多人担心的？希望未来，等一下我想蔡志忠蔡秘书长会提到，到底以后你医疗跟长保跟长照要不要挂在一起？在过去的讨论当中是希望是切开的，而且不要这样做。可是你现在看到日本，像很多国家，你如果还有讲的现实一点，我们的护理人员这么多的训练出来之后，这么多人不愿意在大医院里面三班制，那未来这些人是不是最好的一个长照的既有的专业人口？那现在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未来怎么样让这些长照的照顾的人？还有刚刚讲，如果你担心现金给付会占掉吃掉太多的部分，引起大家的一个怠惰啊，这个资源涨不出来，那问题就在于说，政府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怎么样把未来的实物给付的部分，能够把它怎么样引导成各个产业的发展，这才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蓝海，而不只是说我不断的让居服员，然后居服员呢？啊，却就永远只能够做那些工作，未来其实长期以后可以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你未来工业 4.0 之后，其实很多人力是被怎么样，是不见了，是没有就业的机会的。那可是未来长照它可能就是一个就业人口能够投入进去的一个产业，看你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多元。可是我记得以前在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每次在协商谈判的时候，甚至民进党的赵天麟 赵委员提出来说，以后的长照希望公司化产业化，马上被他自己的党团今天 K 到没说，哎，不行不行，要我们要公益化，要单什么公益化，要这个公共化，要均一化，要平价化。那这个部分简单的讲，你一个实施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市场，然后你要做社会主义的一个，我不晓得，我真的觉得常常都在觉得很错乱哦。那如果有机会在发言的时候呢，我现在要讲的是健保要不要怎么样，在这一次他如果未来要长续永恒的经营下去的话，长照要采税收还是采保险？未来怎么样让长照就是长照
这个健保就是健保，我想未来它还是一个健保能不能继续恒长持久下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工程。以上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江慧珍委员哦。我想过去在整个长照服务法立法过程当中，他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哦，所以他对这个议题呢，刚刚提出很多他的建议跟看法，我们非常感谢。接下来呢，我们欢迎的是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滕希华秘书长。主席、各位委员、在场的各位先进媒体，大家早安哈。那今天代表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联盟到这边来参加这个公听会。那由于立法院给的议程里面，除了第一点以外，下面的四点全部都是奠基于长照保险制的这个议题下面去做一些论述，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先讲一下身心障碍者在目前的情况，然后再回应保险制跟税收制的这个差异哈。2007年开始开办这个长照十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花费的经费是817.36亿哈，那么去年是1月3号，行政院另外核定三年的长照经费，核定了315亿，也就是说，在未来2018年之前，还会有315亿挹注在长照里面。那么这1100亿的长照，在身心障碍者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哈？首先，第一个，身心障碍者在一直在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底下，我们在使用相关的税收以及依照障碍的程度类别的这个部分使用部分的付费，在长照整个体系里面一直到目前为止哈，我们49岁以下失能，也就是说在身心障碍者跟老人在失能这块是具有非常典型的差异的哈。在长照十年里面，曾经把身心障碍者49岁以下失能的人口单独再列出来，这部分就有10.1万。10.1万，那么全部的身心障碍现在预估的这个数目里面，我们现在全国身心障碍人口大概115万左右，我们的失能人口比例大概66万，这都是政府估的哈。我讲这都是政府估的，所以我们的失能差异、提早老化的问题，其实都是跟一般老人不一样。而在这样的数字跟经费底下，身心障碍者的失能照护率仍然只有 3.52%。第二个是照护差异跟机构差异，以及人力设置标准上面都跟所有老人机构、老护理之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身心障碍机构相对的比较严谨，人力的配置也不同。我想卫福部在我们理事长主导的几次的这个机构的修正会议上面，都已经知道这个在身心障碍机构跟老人机构里面引起相当大的整合性的困难。首先，在一般老人的服务系统里面呢，是以居家护理作为大宗，在身心障碍者是以居家服务作为大宗，这是在社区式照顾里面相当大的差异。即使是如此，身心障碍者的居家服务时数仍然相当的不足哈。那在机构入住的部分里面，每万人口失能人口床数，每万人口失能人口床数，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包含失智是201.38床，老人的部分是1367.87床，也就是说，身心障碍者仅有老人每万人口失能人口床数的14.7%。在即使在长照十年表底下，都仍然产生这么大的差异，都仍然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哈。那最后是刚刚吴淑琼老师提到的部分，人力的欠缺以及服务模式的不足。那么在保险制就开始回应，我们就开始来回应保险制跟税收制的这个差异。在保险全民健保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办，是它已经有那样的服务，因此呢，我是购买服务啊，也就保险直接去购买服务。假如在服务跟在身心障碍者一直都没有办法长出来，并且在老人的照顾服务的发展的速率跟身心障碍速率差距这么多的情况底下，当然保险优先给付现有的服务哈，优先给付现有的服务。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服务模式、服务速率以及他需求满足程度，势必在遭受到更严峻的这个困难。那么保险制跟税收制有什么差别？身心障碍联盟为什么支持税收制来开办哈？其实事实上，反对税收制的目前都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不去改革我们的税制，我们不去改革我们的税制，所以用我们现行的税收的比例以及税制底下，用税收制是会造成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像财政部今天提的财务的这个报告一样。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去改革税制呢？我们为什么长期纵容政府不改革税制，然后让人民要承受每次都从自己口袋拿钱这样这么便利形式的方法？首先，在保险跟税收上面重分配，当然刚刚专家里面提过，特别是刚刚江慧珍委员其实提过，我觉得非常部分的观点是非常赞成的。身心障碍者在这样广大的需求底下，我们的其实的付费能力其实是相对一般人是来的弱势的。那透过税收制的话，重分配的效果其实是会比较大。第二个部分是呆账。
全民健保之所以呆账率比较低，是因为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都会生病，所以呢，他的缴费的意愿的能力就会相对的变得比较高。可是长照呢，在我们今天卫福部的分析报告里面提到，为什么分为40岁跟全民纳保，就是因为他如果没有全民纳保，造成收费的不足。可是呢，他如果是40岁以上，着重在中度使用者的部分，那他的这个呆账率跟收费又会形成相当大的这个差异。可是如果我今天没有立即的使用，它可能会导致跟国民年金有类似的效果，也就是我呆账率会提高，特别是在我们 GDP 成长趋缓，我们民众的收入成长趋缓，薪资成长趋缓的条件底下，付费能力当然会受到影响。如果是这样，那么长照如果以保险开办的话，它的呆账率显然是会上升的。那再加上弱势族群，特别是在重度使用者的付费能力不足底下，当然也会造成需要的人他更没有办法缴费。第三个就是服务不足的问题，税收制它能够透过财务的手段去引导某些服务不足的地区、服务不足的模式、服务不足的对象，用财务大的诱因去引导它长出这些服务来，比如说在偏远地区，比如说在社区型的服务。但是长照保险这样的功能不能说没有，从全民健保来看不能说没有，但它的效益确实不如来的税收制来的强。也就是说，它在规划现在没有的，乃至于照护的标准，将来无论其他的产业要不要加入长期照顾产业这个部分，以税收制来规范原有既有的基础的品质照顾的标准，以及应该在哪些地区提供服务，在税收制来说都是比保险制来得强。那就裁员的独立性来说，我认为保险制跟税收制两边都可以达得到。所以综合以上，身心障碍联盟的这个代表身心障碍团体支持税收制开办长期照顾服务，谢谢。好，谢谢滕希华秘书长刚刚的发言呢。我想税收制跟保险制大家也在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听到税收制它的改革要怎么样达到每一个失能者都可以得到照顾，长期的税改的方案是什么，其实并没有人提出来。包括现在所提出来的只是以400亿为规模，并不是以全部失能人口就是的照顾为对象，这样子的一个税收制的改革。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版本，我想大家可以充分的来讨论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秘书长蔡明忠秘书长，请。主席、各位委员、在座的所有专家学者，大家早安。刚刚有被点名了，所以我要先讲一下哈。医师工会在这里的角色上，我们今天刚从日本回来。日本在2015年一共花了10.5兆日元在长照保险，他们的50%来自于税收，50%来自于保险的这个制度呢，目前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撑不下去了。到底要保险还是要税收？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你应该要根据你所要做的内容，去实际看你的财政之后，要做出方法出来，这才是重点。税收有税收的好处，保险有保险的好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今天的全民健保跟我们今天未来的长照之间的连结要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这个连结不是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是，这里面一定会有两个之间彼此的牵扯，所谓的亚极性的概念。这个亚铃的两端未来怎么样去规划，让它能够做得好，这是重点。但是政府在这里面绝对不能缺席的一件事情是，因应现在的经济状况的不好的情形之下，政府不敢增加税收，没有一个政党敢增加税收。在这种情形之下，税收制到底要怎么去做，真的有讨论的空间了哈。那我们对整体的一般保费来讲，全联会的看法很希望政府的比例占到50%，另外的保险被保险人就是雇主跟一般民众各占25%，这是全联会我们开会讨论过以后针对的一个结论是这样子。至于补充保费这一方面，我们希望从15%部分负担的部分从15%提升到20%，这是我们对政府希望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很清楚，现在的健保大家常常喊血汗的同时，
代表的是今天不管是任何一个产业在医疗方面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各位可以发现，刚刚从精神科的医师，从脊椎伤害理学会，从护理学会，甚至于从身心障碍者结盟，每个团体在这里面都有它的着力点，都有它的需求点，都有它需要的地方。但是各位有没有讲到一个问题？所有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有个医疗在旁边，长照不可能抛开医疗，只有照护，这一点我们要强调。那我们在这边应该要跟大家讲的是，医生也好的医疗团队跟所有的照护团队，大家应该坐下来共同为未来的长照来努力，而不是说今天医生就要主导这一切，不是，医生要来协助的照护团队跟所有的其他护理所有的团队，大家共同来建构我们长照的未来，那才是重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医生的角色在整个长照当中绝对不能被忽略。我们常常觉得说因跟德之间，德医师的专业建议，还是因有医师的建议，全联会的意见一定要因有医师的建议书，而不是德。换句话讲，每一个步骤医师工会全联会都会在紧密的过程当中跟所有的照护团队大家站在一起。医生不是要主导，也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去争取对医界多大的权利，但是对于所有民众，特别是今天这些弱势团体，他的医疗需求是比现在的人健保还更需要的情形之下，医生绝对是一个坚守最后信念的一个角色。今天医生说的话，我相信民众端会肯定的，否则你照护团队谈的问题，当发生问题的时候，谁来 back up， 谁来当做最后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很强调医生在整体照护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我们强调医生会跟所有的照护团队大家共同来做。最后，我觉得整个照护的团队在未来当中跟全民健保当中的连结，跟他之间的沟通怎么去做到无缝的接轨，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血汗的健保之外再创造出一个血汗的长照，这个点医师工会全联会绝对会坚持，绝对会加油。谢谢，医师准备好了跟大家报告，谢谢。好，我们谢谢医师工会的蔡秘书长哦。我想长照体系我们需要多元的专业人员的投入，包括医师，包括护理，包括社工，包括我们这些广大的居服人员，通通都需要。那我们所有第一轮的发言已经完毕，但是今天到场我们有多位委员也都非常的关心，刚刚也都有登记哦，所以是不是请第二轮发言我们的专家学者再稍后一下，我们先让委员们先发表他们的意见跟看法。那登记第一位的是陈一鸣委员，我们请。主席各位委员同志同仁以及在场的专家学者大家早。其实我想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了，那不管是用税收制或保险制，我觉得重点在于就是刚刚诚如有一位先进提到的，就是这都是经费筹措的问题了。重点是你将来在落实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去能够衔接目前的部分，长照服务法已经通过，明年六月就要实施，可是呢还有很多施行细则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长照的这个一些很多的机构关心的东西都还没有落实所以其实本席在这个会期呢会连续举办四场公听会那公听会都是从落实长照法困难之多少这样子来讨论，上礼拜已经有第一场上上礼拜了，那明天我们也有第二场，也欢迎大家来参加。那在第二场部分我们主要讨论的是长照的这个人力的培育，以及原住民长照的这个需求方面来做一些探讨。那我们请到了这个王增勇王教授来跟我们谈这个问题。那我回来讲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也呼吁了
在场的蓝绿的这个委员能够捐弃过去的一些成见，大家好好来思考一下，到底这个裁员该怎么筹措，这个比较重要了哈。那小英的版本是税收，但是在竞选的过程也提到说，营业税如果从5%加到5.5%就可以多100亿，所以他们的规模就可以从300多亿可以加到400，将近500亿。Well， 那如果这样子是一个可以筹措裁员的方式 ，Why not？ 为什么不去试试看？也是可以试试看呢、啊。然后有一些部分，我们再来从这里面去讨论。那但是在这个部分，就是我想，全民的期待是赶快做。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能够有达到世代正义的部分哈。刚刚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司长在报告就是没有漏掉那张40岁以上纳保哈，他把它删掉就不讲啊。那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有很多年轻人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要一开始就要纳保，我40岁以后才比较容易有这个问题。那如果是民众有这样子的想法 ，Why not？ 你其实是也可以应该做一下推估嘛。好，也可以做一下那个就是你的试算的公式嘛。再讲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我知道我们的主席都是在推儿童的福利，那我们主席也过去其实一直在想说全民纳保，但是儿童是不是可以免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如果是3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 ，Why not？ 好，所以我想其实在很多的部分，我们其实关心的是怎么样可以赶快大家坐下来达成个共识，赶快让这个推下去，长照保险法能够上路，然后有2年的好这样子的规划期，在这中间很多的细则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去讨论。那我觉得本席是其实采取的是一个很 open minded，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很态度上面不要再蓝绿有这个争议，其实重点是怎么样做能够让全民的这个长照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想这个才是全民之福了哈。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对于原民的部分，我想原乡原住民对于长照的需求，甚至他们的疾病的形态都不太一样哈，他们的那个失能的形态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原民的部分，好，本席是建议说，其实将来在推动的时候，应该要另外的去考量他们的负担的部分，也应该另外的去筹措。好，以上，谢谢。好，我们谢谢陈一鸣委员刚刚陈委员提到的重点这也是一开始今天公听会我提到的讨论长照的议题。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讨论出未来可以为台湾建构可长可久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所以任何提出的主张，如果是好的意见，我想今天主管机关在现场都应该要把这样的意见纳为参考。好，谢谢。那接下来蒋万安委员现在不在哈，那接下来呢？是王荣章委员。主席，主席，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委员同仁，好，我想我同意刚刚我们陈委员的意见，这一个议题不应该是蓝绿之间的这争执跟争议，而是我们在制度上面的选择，好，就是说到底是税收制，还是保险制。对人民的就是说权益或者是他的利益，乃至于就是说在长照的这个部分得到的就是说的利益是最大的，我们应该从制度上面来做就是说讨论跟考量。那我想我就今天我们卫福部准备的第21章的PPT 来做一些回应跟意见的表达。目前费用规模来看的话，保险制跟税收制看起来是1100亿对330亿，好，就是说，到底谁大？好，那当然1100亿大，但是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的长照十年计划执行到目前的话，我想在座的学者专家一定通通都知道，目前的就是说每一年
的规模，支出的规模不到50亿啊，也就是说1100亿的话，它是现在的22倍，330亿是现在的6.6倍。好，那在1100亿的就是说情况底下的话，我想各位会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长照并不是现金给付，它并不是年金的保障制度，它必须要有服务的提供啊。那如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说保险开办之初马上扩增22倍的，就是说服务，我想我们都会很清楚，那个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就是说发生的。那所以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里面的话，除非有现金给付，但是现金给付应不应该那个部分是另外的讨论。好，但是也不会把大部分的经费，我想在座大家都会同意，我们不可能把大部分的经费拿去做现金的给付。好，这是可以确定的事情。那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底下的话，1100亿的，就是说的规模，绝大部分除了安全准备之外的话，绝大部分会做基存呢。好，那这样子的，就是说基存，而不是随收随付，在安全准备之下的基存，这样子的话的情况，必须要跟大家说明。那然后有没有大家同不同意？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必要？必须要就是说公开来做说明跟澄清。那在这一个部分的话，除此之外的话，在裁员的就是说稳定的情况，表示税收制的话受景气的影响等等等等的情况。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面连同就是说我们的裁员充足的这个部分来说明的是，事实上我们的保险制也不是保险制，不完全是保险制，我们现在规划的保险制是混合制。好，里面有36%的裁员，比照就是说健保一样，是由预算来做支应，好，是国家支付的这个部分，跟民众的是相当的。那然后跟我们的企业雇主的这一端的话是28%。好，那在这里面的话，如果是1100亿，我们同样的必须要筹措400亿的裁员了。那各位可以参考今天财政部的报告。其实财政部的这个部分，包括主计处一直认以为其以为不可，好，因为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裁员，不要说400亿，以目前国家的财政的情况里面，要筹措40亿或者是4亿，其实都有相当的难度。如果不加税的话，政府负担的这一个部分要从何而来？在保险制的就是说情况底下，我想那个部分的话也是可以的。当然，刚刚帮瓜就是说杨志良前署长跟我们有学者专家在讲，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如果从税收来的话，会加重受薪者的就是说负担。各位，我们的税有非常多的包括就是说有所得税、有消费税、有持有税，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并不是全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都是从所得税来。我们在所得税，特别是在综合所得税的这一个部分，确实受薪阶级负担的这个部分超过40%以上。好，但这并不是国家的总税收的这个部分全部都是由受薪阶级来做，就是说负担的。那在这里面，我非常同意刚刚滕锡华秘书长所谈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税制就是说目前的情况里面不公。那在这个全民期待共识非常高的一个服务的需求里面的话，我们可不可以重新的也借此来在这个部分加强我们重分配的效果，让我们的富人有钱的人能够多负担一些，那然后在我们的民众的这个部分可以少支出一些，企业负担的这个部分，未来其实各位可以知道也是受薪阶级，好，薪资所得者，他长期会就是说做这样子的转嫁的情况。那然后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保险事实上也是一种税啊，在国际做租税比较里面，它是列入社会安全捐了、啊。好，那我们的加上我们的社会安全捐，事实上我们的租税负担率是超过18%的。我们一般的就是说租税负担率是12%，如果加上社会保险的保费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说在保费
用保险的就是说方式，事实上是增加我们民众的就是说负担的。那目前的就是说的现况来讲的话，我要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现在的政府所没有办法完成跟做到的，我想对未来的政府的这个部分，当然就会是他的就是说责任的承担的开始，也并不表示未来的政府是做不到的。做以上的的说明。好，我们非常谢谢王荣章委员的发言。那刚刚我有提到蒋万安委员，他现在回到现场，我们是先请蒋万安委员来请。主席啊、哦，还有我们在座许多的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先进啊、哦，这个我想今天讨论议题非常广泛，但是我想就聚焦在于说，我们长照保险法到底是要用保险还是税收？那当然前面也听到很多学者，还有我们江慧珍委员啊、哦，非常专业啊、哦，提出很多看法。那我想我自己个人本身，我当然是支持保险制了啊、哦，这个我自己本身是觉得说专款专用这个概念是对的哦，当然。我想因为现在在立法院，我想我们接下来面对新政府强烈的挑战，他们绝对是以税收版本面对这样的挑战。我想当然最核心的观点前面大家也提到，就是说裁员稳定的部分，当然我们很多这个卫部的官员也提到，那裁员稳定当然也相对牵涉到说我们到底给付的对象人数等等那当然我想很清楚保险的部分，当然我们有基本保费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在哦，所以财政收入是稳定的。可是相较于税收制，的确哦，比如说我们在1997年面对金融海啸的时候哦，那接着1998年跟1999年，马上我们的国税就短少了15%跟12%哦，但是在这两年，我们的这个健保费哦反而是成长哦0.4%跟0.2%跟14%。哦，这是卫部也提出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很清楚可以看到，裁员稳定是支撑整个我们长照服务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在。哦，所以当我在这边提出来，就是说我个人是支持保险制的。哦，但是面对新政府这样强烈挑战，我也在思考，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提出的哪些点，比如说，哦，这个他们可能会提到说，哎，税收制根据数据的确也是会有高有低。那会不会他们拿比如说我们今年的税收比较高的时候来填补我们税收低的那年度哦，而且把比较税收高的时候呢放入所谓的长照基金哦，然后呢来所谓的利用这样的基金来生财哦，也许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哦。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采的保险制的确政府雇主跟民众各负担3:4:3嘛哦，那政府的确要负担一定的部分，哦，所以如果照目前的规模，哦，大概1100亿，政府大概也要负担大概400亿左右。那这400亿里面，政府也是要主要裁员也是税收，哦，他们也可能提出来说，这样子政府负担这一部分也是不稳定的。那我们要怎么来解决？哦，我现在只是站在他们立场提出他们的一些论点，那我们怎么样来补足我们的论述？哦。那当然，另外也提到，就是说日本的做法，对于65岁以上，他们有负担20%。对不起，然后日本的做法，40岁到64岁，他们负担30%。所以，我们是不是对不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思考，就是说我们是全民纳保，然后呢，但是对于哦，现在网络上或是在抱歉，这个这个现在有大部分年轻族群，尤其20岁以下的这个朋友，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一样要缴同样的保费？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思考参照日本的做法，就是采差别费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朝这个方向思考，也许可行。哦，那当然，接下来我想，对于草案的部分啊，这个业界有比较多的反弹，是针对这个《长照保险法》草案第22条，很多小型就是小型机构的这些业者，他们觉得说，
因为在22条里面要求他们要法人化，哦，这一点他们是有一些质疑，他们觉得说是他们长期这些小型机构他们在经营的时候是私人拥有，但是如果要法人化的话，他们可能会他们说可能会有一半都会要倒闭，所以这一点我也特别提出来就是说是不是请次长就是说做一些研究看这一点怎么样来对我们这些业者做一个说明，然后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比如说我建议了，就是说第22条这个成立，就是说如果通过成立以前的这些养护机构排除适用但是这个法通过之后法人化以后的这些养护机构可以某种程度给他们补贴或是辅导我觉得也许这样子可以稍微降低他们的一些反弹声浪。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蒋万安委员他还是针对现行的长照保险，其实有一些可能民众有挑战跟质疑的地方，我想待会行政部门也必须再一次说明。那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吴玉琴委员。主席，还有与会的我们的同仁哈，委员，还有学者专家哈，大家应该算午安哈，本席哈，是来自民间哈，参与的政府长照的规划也快20年哈，因为一直在跟着哈老人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制度的建构。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刚刚陈委员也提到不分蓝绿哈，那但是在我们民进党在这次的竞选中，大家有辩论哈，到底要保险还是要税收哈？那后来我们决定是税收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行政院规划的一个版本啊，问题实在非常非常的多了哈，所以我们才会不信任哈，某个部分的不信任。还有就是说，我们原来的长照10年，这8年来其实是要建制服务的，但是我们一直被恐吓，那恐吓是我们编列的预算一直在删减，只有这几年在江宜桦院长时代才把它补得比较足一点，到40亿到50亿。那这个恐吓都一直到今天的论述里面还是这样的恐吓，因为包括可能财政部也在讲没钱没钱，因为他都用税收，这个税收就是既有的现在的公务预算的编列的概念，都一直没有在思考那我们的税改在哪里，我们的税务的改革不是只有所得税这一项而已，应该有其他的税项目来思考，但是显然都不做这样思考。我们也都一直在问，当如果你真的要保险的时候，政府1100亿里面要36%的，这个负担，请问396亿怎么筹出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件事，所以都一直说啊，会一直推一直推。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尤其是行政院，真的应该好好回答这396亿你要从哪里来？因为这从过去的卫福部部长邱文达邱部长在规划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最困难就这一块，政府筹不出钱，因为他们都一直在这个税收的这个所得税的概念里面、编列预算的概念里面去筹措，所以当然筹不出来。所以应该更有魄力的去处理。所以我想，小英主席在当时在推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你看到他政策推荐，这个政策的论述里面很少谈到钱，就只有长照非常明确的说，我们需要特别增加税源，也就是我们民进党非常负责任的想要来解决，因为这个是。民众端最焦虑的是食安，第二个就是长照，所以长照确实是一个全民的问题，大家共同来面对可是这过去的8年，我们的服务的涵盖率真的太低了行政部门给我们的讯息，大概是8年只有失能长者还不包括身心障碍的涵盖率35%而已那这样的35%，那急着要开办保险，我们担心的是你到底要怎么给当你把民众的钱收回来了，然后。你到底要提供什么服务给民众？我们看到你们暗藏了一个就是现金给付，那这个部分是我们重启老人跟护理团体一直在反对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样的一个现金给付，护理团体担心的是，那你就是让护理再回到家庭去做照顾喽，不然最容易回到家的就是护理嘛，那护理去回去照顾之后，那。我们以后护理贫穷化的问题就会来了因为照顾者可能他没有所得，所以他的未来的年金制度可能会是非常的不容易取得好的制度或者好的年金给付另外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政治生态里面有一个现金给付会不会越来越加码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过去我对立法院的感觉就是大家可能很容易去加码再来就是好了交给家庭照顾，
我真的我是站在老人过去老人工作的经验，我们还真担心那个照顾品质谁来监控，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再来是现金给付，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是聘请外劳，家庭可能就去聘请外劳哈。所以我们大家也估算过，如果以过去金建会现在国花会过去的推估，每个月给哈这个重度失能者9000到12000的话，大概我们大部分的钱都会到输出国家去了哈，就是外劳那边去，而且会全面的外劳化哈，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哦。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是说，如果长照好，为什么一定我们是非常反对现金的是，是因为像德国的，刚刚有几个学者也谈到德国，德国是在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哈，照顾的经济问题。那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台湾想要做的长照是一个创造长照的产业，应该要创造服务需求、服务给付才对。结果我们如果给现金，这是一个没办法回头的路，哈。那我是真的建议说，我们不应该给现金。好，回来再来，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服务的建制里面，行政部门一直缺乏很多应该较多元的思考。其实刚几个委员都谈到长照服务法的问题。好，那长照服务法现在在做机构设立的一些讨论，或是服务的一个建制的过程，就是政府部门一直在思考的，就是用护理之家还有老人机构的概念在思考，很少去思考身心障碍的特殊性跟多类型的需求。所以一直刚刚其实有那个周执行长也在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有点误解，不是反对护理，而是太偏重护理的照顾，把它当作卧床的不动的。好，那我们需要的是身心障碍或者是失智长者需要活动式的，好，或是一些更生活式的照顾。那这一块可能是我们的，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官员在规划过程中非常忽略身心障碍的多元性，好，还有服务的多元性，好，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重新提醒，是吧？长照服务已经知道很多问题了哈，我不知道这些问题还没解决之前哈，就要开办保险，是我们非常担心。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先把长照十年的2.0版，把它建构的更完整，好。开办保险不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而是需要把服务建制的更好，才是我们可以来执行还安心执行的一个部分。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吴委员的发言哦。我想把整个长照体制基础的这个工程建制好，服务到位，这个是大家的共识哦，也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哦。那长照保险就是后来的配套这样子，这一件基础工程一定要做好。从刚刚听到现在，这个是大家非常有的共识。好，接下来我们邀请陈曼丽委员。大家好哈，我是陈曼丽。那我想是说，在这个长照的这个议题上面呢，真的我们也是参加了蛮多的讨论。但是呢，过去可能我们会是在讨论到那个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服务能够减轻我们长期在家里面照顾者的一个负担。那现在当然是说，因为台湾高龄化，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负担呢，它其实是很多还是放在我们的外劳这个部分哈，就外籍劳工。那我们也是在想是说，如果是说我们现在的长照没有长出来的话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依赖我们的外籍劳工。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很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个长照把它做好，不管是说它是蓝绿的这个的问题哦。那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又有做这样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机点，就是说大家可不可以再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哈，就是说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甚至呢还有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有原住民的这个部落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呢，如果是说我们是把这个长照的部分没有讨论好的话，我们就上路会有很大的风险。那当然，如果是说是用这个保险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呢，很可能就是说保险它也是会有一些的给付和不给付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有给付的它就会很多人会去往这个方向移动，但是如果不给付的话呢，它就是会涨得比较少一点。就像我们说健保哈，像健保的话，很多的民众他们都会觉得是说，你看在城市的地方就有很多的这个健保的医院，但是在比较乡村的地方，甚至原住民的地方，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医院。甚至呢，我们上次也听到了，就是说有一些地方呢，连那个就是医院都没有哈，连诊所好像医生什么都没有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是说我们是用保险的话呢，就会担心哈它的这个部分的不均。
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是采用一个，就是说，用国家的体制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税收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它的裁员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开发我们的裁员。那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这个裁员它长出来了哈，因为我们其实有跟一些的这个财税专家有讨论过，他们是觉得说其实好像还没有那么样的困难。那在这个裁员上面，如果是说长出来了以后呢，我们是觉得是说它是可以提供一些的服务，然后呢那个服务呢，因为是在国家整个的控管之下，所以呢它的这个服务的部分就会长到任何的角落去，那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最后要讲到的就是说哈，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负担的部分呢，当然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来做这个负担，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雇主也是要做这个负担。那雇主呢，他们常常也是会认为是说我们现在又付了劳保又付了健保，那我们现在又再付长照哈，那所以呢，如果是说公司小的单位可能他的负担可能还少一点，但是如果公司比较大的呢，那个雇主他们会觉得说好像每次都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哈，就一直在面就是要求我们来负担，你请十个人的公司和请10000个人的公司，可能他的负担就不太一样，所以雇主这边呢，他们也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公平，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保险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讨论。那另外呢，就是说有关于那个如果说是说有人是不缴，他就说反正我自己会觉得我可能在这方面用不到，不像我们像健保，现在健保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生病哈，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说我是用得到的。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这个对于长照要用得到的话呢，可能在我们的人口的比例里面占的比例大概就到2%或几%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的人说不定他就是赖皮，他就不缴哈。那不缴当然我们可以缴，可以说有一个滞纳金或什么的。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变成说大家都会很有压力。那当然我们现在对于那个现金给付的部分，然后依赖外劳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还是能够来慎重的再考虑一下。毕竟这个部分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妇女的权益，还有外籍劳工的权益。那我希望就是说，台湾因为实施我们的长照制度，也能够让我们的社区里面的长照，还有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机构里面的长照，甚至就是说我们家庭里面的这个负担呢，也都能够获得一个妥当的一个处理。所以在这边我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好好的再去把这个长照的东西再审慎的规划。所以呢，我今天也看到了，就是卫福部这边也有提出来，就是说长照的保险和我们的这个税改还有税制的这个部分呢，两个的一个比较，我觉得这个部分还可以再继续讨论。以上。好，我们谢谢陈曼丽委员的发言，接下来我们请林立婵委员。主席，我们议会的委员，还有我们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今天的同仁，大家午安。那其实立婵本身是赞成我们的长照是保险法啦，其实保险法像我们谈来说，其实保险法是可长可短。那我觉得说全人口，就将刚刚我们江委员在谈到的全人口，就全部的人拢会使受到这种福利啦。尤其是我们常常谈到说，长照不是针对老人而已，我们是针对有需要的人。那我们有需要的人，有时候不一定是老的，也不一定是已经没办法动的，可能各种状况下的需要的，还是失功能的，都需要我们去把它照顾好。那这块因为立婵有看到了哈，我们台湾的税收，刚刚有专家讲说税收大概在 13% 嘛，我们这边看到资料大概平均在 12.7 啦。那我们如何去跟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谈到的瑞典大概到 40， 那如果台湾的税收其实不能说不行去调整啦，可是如何调整，那调整之后会不会让企业跟民众又有不一样的对立。那我觉得说其实保险法就像我们谈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全民健保，其实全民健保其实照顾我们全民真的是在全世界里面真的有目共睹啦。我们的医疗
我记得很多我们的伙伴都会觉得说啊，台湾有保险金后啊，我们在就算我们在东南亚就医，大家可想象我们在那边的一些收入没那么高，可是就医就是很贵。那来到台湾，拿一百五块就可以看医生，吃一礼拜药啊。这种福利，那只有台湾有。那有些人他没办法去享受到的，那何不我们大家一起跟起来，就做大家就会来嘛。其实哈，就是把他努力去把他推了。那立产又看到我们民进党提到的三亿的那个税收，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谈。只是说我个人看到的是，我们如何用300亿的那个税的那个经费来满足我们目前的70万的失能的人口啦。那我们又看到说到2025年，我们台湾将近有450万个老人。其实吼，不是老就爱照顾，要唔过老吼，大部分拢有需要照顾。在座大家拢是少年，咱家拢有老人，通好照顾啦。所以又看到更严重的是，我们到2023年。我们的人口啦，我们的那个失能人口超过了120万人，先去看人偌济，我那要做偌济代志，真正300亿敢有够？好，那真正等到迄时阵的时阵吼，就是长治久远呐，不能说头疼医头，啊，脚疼医脚，无钱才要找财源，大家会使理解嘛？袂使讲无钱才要找钱，到时要怎？若无钱要怎？要加税搁增加，税增加到时民众讲你来加加税，那企业讲你来加加税，那到时候是不是会又造成另外一种对立？其实我们觉得说，长照保险如果大家能的话，不分蓝绿一起把它做起来，其实照顾到的，尤其是我本身是新住民，其实新住民跟台湾人都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娘家太远了。有时候哈，我们的依靠都靠我们的小孩，囡娜娜不好哦，会不会安诺？都我觉得是这样啦，所以我觉得说这一块是大家一起来啦，不分谁啦。所以呢，也拜托在座的委员跟我们不管蓝绿啦，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把它做好啦，不要想说啊这那遐济钱，其实哈，何长何短，我们照顾的东西非常的多。因为立产也有在做社区的照顾，我也长期在做老人照顾。其实我觉得说，老人需要的可能不只是长照而已，不只是社区长照而已。对，再拜托大家，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林立产委员呢。刚刚点出来这个议题，我到目前为止真的觉得不分蓝绿。刚刚其实我们谢谢无论是民进党的委员或国民党的委员，大家其实都有这样的共识，我们怎么样为台湾打造一个可长可久的长照体系，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不只思考现在眼前的5年，我们现在思考的是未来的10年哦。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共识上面，我相信我们未来立法院应该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就是大家在互相去修正完之后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李彦秀委员。主席，各位在现场长期关注长照法这个法案的所有的好朋友，这个一路上从在选前一路上听到整个长照法的修正也好，包括去年长福法的通过也好，很多人的关注，但是我相信所有台湾的民众对于整个未来明年马上要上路长照法，很多人还是一知半解，还是一知半解。那到目前为止大家讨论最多的第一个就是裁员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未来到底这个长照法我们能够照顾的对象能够囊括到多少。其实如果大家能够先抛出蓝绿的成见的话，不管是我们看到日本它是一半一半税收一半社会保险法一半，或者是德国他们是50%、25%，然后雇主负担各25%，个人负担25%，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政府的大饼其实就只有一块，我们都希望，刚刚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调整税制，其实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要调整税制其实我们就看民进党怎么来做
哦。但是调整税制，它的困难度，未来整个执政团队到底会面临到多少的困难？我们包括健保法在施行的时候，二代健保要上路，要增加保费的时候，引起多大社会的反弹？这个是未来执政党自己要面对的压力。所以未来政府有多少的能力可以开源，我不知道，它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委员会当中，大家都希望说，哎，政府这一块应该要增加，政府自己应该编列预算，包括各个党派的委员也提出很多不同的修正法案，希望这个法案未来我们政府要编列预算开始去做，每一个都是要增加裁员，但是政府有多少的能力可以开源？当然，我不认为增加保险制一定是100%最好。但是我仍旧认为用税制赋税的部分来去编列的话，这个机会税它到底是不是可长可久？今天民众会认为我们过去给了那么多社会福利，你一开始给他很高兴，拍拍手说好，但是一旦你要减少或要再去调整的时候，那困难度之高。或许民进党有机会4年8年的执政，但是我觉得作为做一个有责任的政府，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帮他们看到10年20年之后的状况。我们可以说8年10年电价不涨，但是第二个10年台湾的电价永远不涨吗？这个是有一个有责任政府应该说的话吗？我觉得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品出很多蓝绿的意见的话，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思考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做税制不同的整合，包括未来我们应该整体是思考400亿，不管是400亿如何来，是从税制来，是从社会保险来，400亿是不是真的足够？刚才也有提到说，我们对象包括林立产委员也好，包括我们的主席也好，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囊括不同的对象，也在我们的长照法里面可以受惠照顾得到？我觉得要去做思考。当然，在这个整个长照法里面，包括护理师的角色，包括医师的角色，社工人员的角色，包括我们社区志工妈妈的角色，或许都有机会纳进来，变成志工银行。或许我们可以减少政府税收，志工银行也可以纳入，志工银行纳入，等他哪一天他需要被这个长照法所照顾的时候，他再来取用他相关的用时间的概念来做付费的概念。我想这个都是很多都可以思考。今天包括来的学者专家也好，各位委员所提的意见也好，我都觉得绝对是正确，绝对是大家都可以好好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法要走，包括刚刚万安有讲说这个长照法是不是自然人跟法人，我们要进一步去做调整，我觉得都应该。过去我们这一块可能还没有把它纳入考虑到，但是在上路之前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为这个长照法长长久久，一个法其实越少修正越好。我不希望实施了2年3年再来修正，或者是每一届政党在轮替的时候我们又来修正这个版本，我觉得那都是引起社会很大的动荡，或者是大家会各坚持己见，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来去做很多议题的发挥。所以如何把这个长照法税制也好，税制的来源也好，对象也好，我们把它思考得更仔细更完整。照护者到底有哪些照护者的角色被纳入，这些照护者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更合理，更资源更公平合理的对待跟分配，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向。以上是我今天收获很多的地方，也欢迎大家继续指导我，谢谢。好，非常谢谢李彦秀委员的发言。那接下来我们请林淑芬委员。主席，各位贵宾，我想分享一则，我在 LINE 上面很多人传给我，那因为身为立委，看了这则 LINE 我都觉得非常的觉得有点愧对人民的感觉。那人民传那则 LINE 他那个字 title 是这样讲，老人的照顾不在医院，在运动房。那芬兰对老人的照顾只有临终前2个礼拜躺在床上，这是目标。这是公共电视的一个影片，然后你看所有台湾人看到这一个 title， 然后大家疯狂的在 LINE 里面广传。我觉得我们在讲照顾的问题，这一段 LINE ，它点出了很多人民的想要，但政府并不知道。那我先讲说我们看到长照的问题的现象，第一个现象
照顾者照顾到起效，要不然就是带着被照顾者一起去自杀。好，这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除了外劳聘雇的22万，疗养院的安养中心的8万，都有40-50万是家人自行照顾。那经济负担、心理负担、体力负担，心力交瘁。所以我们说，你们给的照顾制度不能只给钱，现金给付完以后，仍然由家庭的成员自行来照顾，这个是我们最不想要的。那卫福部说，放心放心，我们一定会给食物给付。好，那就来了，那我们期待的食物给付是什么？就是芬兰的这个模式。所以我在讲说，你给的食物给付里面，你敢不敢设定一个长照目标？你敢不敢设定一个零瘫痪为目标的长期照顾体系？你不要说我给你食物，住在机构，台湾的老人从你失能躺下去，平均躺8年、9年，失能躺10年，然后去死亡，在死亡之前躺8年、9年、10年，这个就是我们不要的。我照顾我的父亲，我们想方设法是让他站起来。但是呢，他子女不在，然后看着他的眼神，我觉得他对他讲，他不想活了，很没有尊严的这样的状况。他觉得从他眼睛我看得出来，他觉得我活着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我们期待的长照的这个食物给付，那个服务要长什么样子？我们要在地安养，要在地老化，要普及性、可负担性，要有尊严，但我们更需要多元化。我们需要国家建制一个零瘫痪的目标。所以政府要建立这个零瘫痪的目标，它当然需要很大量的人力。所以长照体系绝对不是一个便宜的体系，它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求最多、人力服务的人力需求最多，就是最花钱的体系，几乎是1:1、1:2、1:3而已的体系，服务体系。所以我们要求的长照服务要居家服务、日间照顾、叫家庭托顾。要交通接送，要居家护理，好，家庭访视，当天来回时的照护服务，短期入居室的自费老人的资家等等。那我们也需要社区紧密型的服务，我们需要夜间型访视的、失智症的、日照的、小规模多功能型的居家、失智团体的家屋、小规模的自费老人资家、小规模的老人特别养护。当然，这些东西就是要建立一套服务的模式体系。这个谁能做？只有政府能做。你如果现在说马上开办保险啊，这个怎么样不行？什么马上用公务预算300-400亿，这个也不够。我告诉你，你从日本的数据，日本的介护保险，它的整个照顾体系第一年开办，它花了3.6兆日元，到10年后花了6.8兆。刚才这个医师工会秘书长告诉我说，在去年已经达到10.5兆日元。你换算我们的光是保险，预计一年要800亿的开征，或是1000亿的开张，跟这个规模怎么能比？你说300-400亿当然也不够，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二分呢？有保险就没有公务预算，有公务预算就没保险，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通通都要，甚至使用者的部分负担通通要加进来。日本是这个政府的公务预算各级地方政府分担一半，然后保费。社会保险在一半，然后使用者再负担一部分，这样子都还不够啊！所以你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就是决定你要给多少服务才会知道要多少钱呐、啊？你要给多少服务？你要服务到什么程度？你才会知道这预算要多少？所以我在讲说，那如果你这个服务输送的体系没有出来，服务的模式没有出来，我们要多元的、可及的、在地的、社区的。这些服务体系没有出来，你先开办保险，哎，钱已经来了，那服务要去哪里找？哇，你去市场里面自己买，市场里面马上要有这么多钱，马上要去找服务啊！终于我们可以不要再自己雇了，可以往机构送了。什么样的服务可以马上长出来？当然是大型化、集中化、机构式最容易长出来。难道是1:1的家居家服务和日照服务吗？那机构服务一长出来以后，大型化、集中化、劳力 cost down， 经营它盈利化，追逐最大利润。服务我们看到我们的幼儿园就知道了，有公共化了，大家的
这个缴钱的社会保险来了，但是没有国家提供的服务，自己去市场买商品，所以服务商品化、盈利化、阶级化，资金充裕嘛，所以竞争力强的大财团就来了，就做了。大家都想说啊，赶快来分食长照服务的这一块大饼，这是业者的想法。但我们讲说，那人民付了保险，政府也给付了公务预算，结果我们的服务还任由它商品化、盈利化、阶级化，这样子。这样子行吗？我们领了今天，人民领了今天要去服务，结果是找不到一个好品质的服务。没错，就像卫福部讲的，我会给你食物给付啊，可那食物给付是长成这样子，是我们要的吗？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哦，真的讲说，服务跟保险跟预算绝对不能切割。今天虽然谈保险，但是我们要谈公预算，虽然谈这个以前。钱谈钱，以前要讲你要给什么服务，所以我们先讨论服务的实务内容是什么。所以我意思是说，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希望大家给人民一个零瘫痪的目标，然后再决定我们要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不要让老人躺在机构里面，他只是从被媳妇照顾变成躺在这机构里面。被机构服务员照顾，但是一样要躺八年。那我这种劳法，干脆给我安乐死就好了。谢谢。好，我们谢谢林淑芬委员的发言。那接下来我们请廖国栋委员。谢谢主席，让我有机会简单的就今天所谈的题目啊，做一点点的表达哈。我们可以跟那个卫福部的官员对话吗？没有是吧？他们只听我们讲话是不是 ？OK。今天个人特别来啊，是因为题目里面有谈到偏乡的原住民的这个未来的长照的部分哈。我最近呢、收到了很多的相关的讯息，不论是从保险，或者是要从我们的税收来支应整个未来的长照啊，两方的这个财务结构啊，或者是所能使用的经费啊，差距甚远，差距甚远。我们知道，从保险的话，我们有足够的经费啊，来提供长照，但是如果是从税收，恐怕只能照顾部分的，这个失能者或者是这个长者，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卫福部有必要啊，应该要把这个事情来做一个精确的一个估算一个评估。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偏乡或者是原住民的部分呢，失能者也非常的多。我个人过去在开业的时候，我自己就开始在做这个独居老人跟这个家居服务的这个工作。我知道偏乡有很多的原住民的朋友在都市工作，但是他一旦受伤的时候啊，他不留在都市就回家了，然后留在乡下。我有一个村啊，有一个村到处看到那个轮椅，看起来这个坐轮椅的不是年长者，是在因工受伤，这工作的工，因工受伤以后就回家了。他需不需要照顾？需要照顾。那将来如果我们用税收的方式，按照我们新的未来的总统说，大概一年可以有到三四百亿这样的一个经费，来照顾这80万所有的失能跟有需求的老人家，根本就是大概一半都不到。所以最后被放弃的一定是偏乡，一定是原住民的部分。所以我个人在这里特别呼吁啊，你们要在这个时候，卫福部应该要非常清楚的把目前的整个国家的需求、肠道的需求啊，不论他是失能或者是按照法律必须要被照顾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的山友、我们的这个失能友啊，应该有一个精确的数据出来，不要用大概，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个我特别要表达的是，我们对于偏乡或者是我们在原乡的这个
照顾者呢，我过去着力甚多，就是我在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养成训练了非常多的这个中高配合劳动部相关的政策呢，来训练了很多的这个中高龄的妇女来取得照顾服务员的这个证照，丙级的证照。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在立法院都十几年了，我才发觉他们都更年长了，还能不能投入这个未来的整个长照的体系来去做服务，我都不知道当不知道的时候那我们一旦明年真的要开始实施长照，人力从哪里来？所以 我还是要再强调，你们要有精确的这个调查跟评估，那个需求到底在哪里，如何训练，尤其是原乡。原乡有一个状况是，他可能这个部落只有两个人隔壁部落一个人左边的部落只有三个人，这样的服务需求你们怎么样去派出人力来去做出跟都会一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水平。最后我再强调的是，我个人当立法委员一直在推动的是偏乡的一个争议，不要因为它是偏乡，不要因为它是原住民，它没有发生的余地它没有发生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故意漠视。台北有什么水平的服务，偏乡也必须要有，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准备这个整个长照未来的这个重大的伟大的一个工作。那因为时间到了，我就不再多说，但是这个数据它需求请卫福部，如果你们现在有的话，就先行给我们参考好不好？那个你是司长吗？对不对？次长是吧？理事长司长还是同光嘛你们把相关的数据让我们早点知道，我们陪同你们，为你们当后援来准备这个长照的推动，好吗？好，我们非常谢谢廖委员的发言。我们整个长照的建制一定是我们所有偏乡跟原住民地区，我们也是要等同所有的服务资源都要到位这个非常重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第二轮的发言，我们每一位发言者麻烦控制在三分钟之内，就重点你要补充的部分表达意见。那最后如果还有没有办法补充完毕的，欢迎你提供书面资料，我们都纳入我们公听会所有的意见那我们就先请第二轮第一位发言的是我们沈医师，谢谢。长照一定要聚焦于失智，失智老人家可能原来是可以走动，但进到安养中心或因为你裁员不够，提供有限的服务，他变成瘫痪在里面。那何以全民健保、全民长照保险优于税收制长照？第一点，裁员比较稳定，100年的遗产税税基只有98年一半，为什么？因为那年人死的比较少，所以税收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靠死人养老人》可运用现成的健保架构。全世界有施行健保的国家，他们做长照都是用保险制，不会说保险制上面再加一个税收制，不用受制于行政效能。你将来300-500亿的税收制长照，你要社政体去消化，他们有办法吗？那些社工有办法吗？而且三个月，现在平均三个月，那些机构才领到10年长照得到的这些给付。再来就是裁员够大才能吸引人力物力投入，为什么？现在照护员严重不足，因为时薪只有170交通费一条都卖去按家还不算比当家事服务员还不如吧？下面来走，税收制长照最大的问题，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怎么处理22万的外籍看护，这是台湾一定要面对的这个外籍看护工那么大的问题，怎么可以都不面对呢？你3-500亿够处理吗？绝对不够，1100亿可能都不够，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个讨论的就是
长照保险纳保年龄，当然是出生就要纳保，保费才够。长照保险是健保的附加险嘛，健保的我们只有走到一半，另外一半没走完就是长照保险，而且约一成的使用是非老人。再来，长照保险自费比例应该多少？10%到20%，不要担心浪费。为什么？将来大家都没提到，长照保险几乎不是跟健保一样，你刷卡就医生开多少就多少，不是，会有长照需求评估审核委员会嘛，一个中立的团体评估说你需要多少照顾需求才给付吧。那长照保险草案应该加强的部分有哪些？第一个，给付项目应该包括活动治疗，这个是以失智为焦点的，失智需要的不是那些复健，办很多活动，他们过的每一天都很快乐。第二，给付照顾方案的管理费用，将来评估审议委员会给你一个时数，比如说一个月有100个小时，你可以找管理公司去帮你安排，这个是不是要纳入费用给付里面？第三，照顾需求审核委员会是不是应该在母法就应该订立里面，直接纳入这个母法里面？长照保险实施提成，最慢在2020年就要上路，因为以日本的经验是，老年人口在16%就要上路。长照基金如果担心会浪费，为什么不做全民长保0.5？一千一百，你干嘛收这？你先收我1/10的保费就好了嘛，一年收800亿，就跟10年长照2.0一样啊。为什么还要等到量能够大才来做全民长保嘞？好，我们谢谢沈医师的发言。接下来我们请林谷燕教授。主席、在座委员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我想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学德国长照保险法时候在法律上看到的整个立法的一个状况、修法的状况，以及我自己在它实务上面所看到的它的品质控管的部分，他们怎么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品质控管。那我想说哈，现在因为只有3分钟，德国因为在我们讲说在尊重人性的一个前提之下，在让被保险人有一个自主选择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他建立一个以实物给付为主，但是呢以现金给付为辅，并且呢提供混合给付来做一个补充的这样子一个制度。那如果今天呢我想每一个制度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思考是，如果今天我自己用了这个制度，我希望我被得到什么样的待遇。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出发点之下呢，谁才最了解他自己的需求可以被满足呢？那当然是被保险人他自己。那被保险不是所有人都会是丧失意志的，他有可能是在他有可能他终其一生其实他的脑袋瓜很清楚，他可以做自我决定的。那他有可能我们也可以仿效一个 Living Will 这样子一个制度哈。其实在我如果有一天我无法正确的表达的时候，那我希望我被怎么样被长照。那么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他怎么样去就是说当我选择一个现金给付制度的时候呢，其实居家我们很多人就把居家照顾跟现金给付在德国制度里面把它混在一起。可事实上德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可以选择一个去机构的方式，我可以实物给付里面我可以去机构，但我也可以选择在家。在家里面呢，我可以选择去社区里面一块跟别人一块住照顾，可是我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头请别人来我家里头照顾。然后呢，在法律上的设计里面呢，是只要你是属于实物给付的方式呢，不管是这个短期的照顾也好，社区式的照顾也好，或者是长期的这个住宿型的照顾也好，我法律我每年呢，我保险人就是每年去做品质的控管。所以呢，即使你如果说做得不好的时候，就让你改善。那选择现金给付，我们最担心的现金给付品质怎么办？那法律上没有制定，可是保险实际上做的是呢，我直接也去做那个品质，我去做家访，透过家访，我除了告诉这个被照顾照顾者跟这个提供他咨询服务以外，另外其实我看他照顾的好不好。如果我照顾的不好，那对不起，改成实物给付。所以品质的控管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我想他们的经验这个部分，或许可以值得我们再陆续的参考。那另外呢，我想刚刚其实很多的这个发言者提到的是说哈，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是预防很重要。不管今天我们国家设置了什么样的制度，其实很重要是我们希望的是大家，我缴这笔钱，我不要用到这笔钱，我不希望我最后被长照，我不希望我最后被受侵袭性的治疗。所以呢，一个长照保险很重要的是可能就是预防。那长照它不是唯一的一个方式。
很抱歉，再容许我讲一句话。我想一个圆满的制度应该是所有制度的结合，它需要健康促进，需要预防，它需要整个劳工安全的这个好好的预防，它需要在健保部分好好的治疗跟预防，很多的东西都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长照保险或长照制度很重要，但它不会是唯一的。好，谢谢。好，我们谢谢林教授。接下来我们请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林研究员。主席好，各位委员，在此第二次发言，就是说我一直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等到已经税改完成了以后，我们再来让长照上路。那之前我还有听到一个学者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应该先完成年金改革，我们再来推长照保险。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 Google 上去搜寻长照悲歌这四个字。我想那个连那个尤其苹果日报最喜欢用这四个字，我想如果你去搜寻，每个礼拜应该都有新 的新闻会出现。那钱到底 我是觉得说税收或是保险真的那么重要？它只是一个裁员筹措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应该要去务实去检视自己的国家的财政能力，还有我们的可行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的长照真的是不能拖了。那刚刚还有很多学者专家提到说社区化在地老化，那当然我觉得社区化在地老化当然是很重要，可是呢，我们从 OECD 2013年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连瑞典、丹麦50岁以上的妇女，她去兼顾所谓的非正式照顾的比例，连瑞典、丹麦都超过50%。那谁可以告诉我说，我们今天就社区化和在地老化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呢？全世界的国家都面临的人力短缺的问题，不管是税收制或是社会保险制，所以我们应该去务实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去接受。连瑞典、丹麦，他们都超过50%，50岁以上的妇女要提供非正式的一个照顾，那为什么我们不给津贴呢？瑞典也给津贴啊，荷兰、德国也提供现金给付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妇女或是在家照顾的这些人去提供无酬的这些照顾服务呢？那另外我一直在强调是日本，我们不要去日本化，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日本1300万的人是已经有1300万的人，他是所谓的隐形照护，就是白天工作，那晚上回去还要去照顾家人。那每年有10万人是接护离职。那我前几天看到那个卫福部提供一个最新一个新的资料，他是说，其实台湾有230万人的隐形照护的问题，那其中有13万人已经是就像日本的一样借户离职。我上一次去录客家电视台的一个录影，那客家电视台的制作人他就跟我讲，他年轻的时候来台北打拼，那他现在他已经当上制作人了，可是他可能要辞职回去嘉义去照顾他的一个母亲。我希望在座的委员专家学者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些民众他们最急迫的一个问题，谢谢。好，我们谢谢林研究员。接下来我们请江慧珍委员。谢谢主席啊，第二次发言。其实今天这样听下来哈，如果站在这个政党的利益啊，我倒是蛮赞成用税收的方式啊，因为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大家都在讲转型正义啊，刚刚特别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税收先这个税基啊，或者这个公平性啊，哈，先做一个调整之后啊，这个我们再来这个面对啊，难道这个现在新政府不能够去把税做得更公平吗？更符合转型正义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觉得 OK， 我们应该要赞成用税收的方式，
那这是要受害吼，绝对不是讲为着啊这个推动这个长照吼。简单的说，改了税制或者有了改了年金之后，我们再来做长照的这个裁员的一个基础，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用长照的这样一个保险的制度，专款专用稳定的裁员，又能够去扎扎实实的去面对我们现在健保管理上面的诸多的问题。其实刚刚我们这个杨署长、钱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他当初是为了二代健保费率的调涨而下台，可是他现在是赞叹着我们的健保能够呢啊，因为现在是由健保会由直接参与的这个被需求者、被服务者直接在健保会里头，我请大家现在看看二代健保里边的法律跟我们通过的长照服务法到底内容是什么。我们再来讲，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修我们现在不足的部分，来补足现在的不足的部分，而不是不断的去排斥掉这个我们可能认为的现在这个健保不错，健保能够做得不错，是因为过去的劳保有那个基础。但是现在留下来那个尾大不掉，也是当初劳保全然给付所留下来的余毒。这不一直没有去面对，一直不敢去面对。那你现在要实施健保的这个长保的这个长照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诚诚实实的来面对这一块，我们就会知道长照保险它才真的可长可久，它才真的是稳定的。不要去担心这1000亿不知道怎么处理，没有错，你现在是所谓的22倍于过去，可是不要忘记你现在照顾的只是你现在需要被照顾的人口，应该能够以被长照所涵盖的人口何止22倍，何止22倍。不管是身心障碍，不管是原来的这个身心障碍，不管是这个适用于身权法的，或者适用老福法的，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诚恳的，我们不再做数字上的诡辩，我们要非常诚实的来面对。以我来讲，我不奢望今年能够修法完成，但是真的诚恳的拜托，这个届次一定要完成。这个届次就已经到民国几年了，而过了之后，比如刚刚一直提到的原住民的这一块，其实在原来的长福法当中已经都有去涵括了。那怎么样在施行细则，怎么样在未来的实施办法当中我们去盯，甚至不足的部分我们再把它补足，这个才是正办，就可以在我们其实服务法当中已经把这个精神都放进去了。还有不要忘记了，我们这1000多亿怎么样让它产业化，不会只有卫福部收钱支付这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各部会之间怎么样把原来我们在长福法当中设计的实物给付，纵使这是不足的不够的，怎么样去补足嘛，怎么样去加强嘛，但是你怎么样把它产业化，怎么样让它大家都可以来做。我今天退休了，我江慧珍卸任的，我三四个早人我也是可以来走，但是问题是不要把它认为产业化就是跟财团挂钩，就是把它全然的机构化。难道在台湾这边机构化真的需求不高吗？真的需求不高吗？还有为什么当初要把它设计成长照二法，就是长照发展基金，现在的这个通过的长照发展基金就是希望对于偏乡的离岛的，在人员上面，在所谓的设施设备上不足的，我们要利用几年来做盘整，来做整合，甚至来做补足，你才能够去做了一个全面性的一个长照保险的时候，不管在给付上面，不管在各方面，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基础的一个平衡嘛，一个需求的一个提供嘛。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实物给付的各项的部分纵有不足，我们用修法来处置，但是在执行的时候不是只有卫福部来做，而是各个单位，包括你交通部，包括你经济部，包括你各部会，都可以让我们的实物给付能够更量化，能够更优质化，能够让我们的民众真的能够被照顾。现在之所以能够委身在认为说我只要300多亿，很简单，你原有的家庭的被照顾的这些人，
啊，都这人本来都家己本来是家己照顾的，妻子来照顾的，也是请看护外劳来照顾的。啊，这哦，政府先卖叮当，拢卖叮当。啊，先来叮当，你原来长照十年以来的照顾这些人口，我怎么样再给你满足？这是，那就不要讨论长照法。就像当初我在这个在审这个长照法的时候，也很多人反对说根本没呐，没呐，因为就是依赖着一个长照的计划，不管是现在的提升计划，还是过去的长照十年计划，这是一个鸵鸟心态，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政府的心态。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再一次重申，我们不奢望今年修法会完成，但是一定要在这个届次内能够完成。就阿弥陀佛了，而且一定是必然要的。那最后我要提的是，如果大家认为这个呆账率的这个状况，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不相信健保的管理，看到了国民年金现在的现状的一个问题，这个部分也都是我们现在的卫福部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强烈的问题。如果你这个问能够让民众能够非常能够有信赖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这么少的管理成本能够做这么多的服务，但是中间还有这么多的漏洞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健保做得更好，那这一块也能够让民众相对的去对未来的长保才能够有信心。这是我的补充，谢谢。好，我们谢谢江慧珍委员。接下来最后一位，我们请洪副执行长。其实沈阳基金会去年针对全台湾其实沈阳商有做长期照顾服务使用的调查，其中使用机构目前是 7.8%， 而且现在还有空床是供过于求的状况，然后使用居家服务的有 16.9%， 那自聘外劳是 33%。 我最近可以跟大家讲，我曾经问过商友说，我现在给你加倍的资源，我们不要去管多少钱的问题，那请问你还有什么需求，你还有什么需要？商友说，那再聘一个外劳给我好不好？好，那我觉得这个反映到我们对服务想象的瓶颈，也是对我们增加资源里面最不放心的部分。因为医疗，我到医院里面去，我要做什么检查，开什么刀，生病好了之后我会出来，这个东西我是非常的清楚的想象。可是对照护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对细致的服务该怎么样去进行，不要说没有想象，甚至有一些好跟不好的评价或是评估还是有争议的。那何况在失能失智的照顾里面，除了生理健康医疗这个部分之外，它很大一块是在心理社交或是健康预防这一块是需要去加强的。我想说，在过我手上这一本是台湾第一本十年照顾长照计划，我想在座很多先进前辈都看过，从这个计划开始，不到现在保险预估十分之一的资源，其实民间团体跟之前的卫生署跟内政部，我们都一起合作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在长照服务这一块贡献非常的多。那包括现在台湾其实有一些事情是独步全球的，像我们失智症的家务照顾在中部也是供不应求，并不是机构化就是完全的排斥。那可是也有比如说像睿智家庭，他在服务满意度是100%，然后他的目前也是供过于求，可是他在目前的长照计划里面是不是有给付呢？没有，很抱歉没有，因为他属于社交生活的部分。我这边想重申 CRBT 的精神，就是不管未来长照资源要怎么分配，尤其在失能失智照顾这一块，针对心理的服务、社交的服务、预防的服务这一块，希望能够让我们看到清楚的蓝图。未来裁员的部分、服务的部分、自雇的规划，其实钱怎么来我们也不是非常的关心，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整个服务、裁员、制度这三个结合起来之后，只要是有利于社区化、有利于居家型服务的发展的蓝图，我想我们机构都是全力支持的。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洪副执行长的发言。那公听会最后时间，我们就请行政部门来回应。我想今天包括立法委员、包括专家学者，有提出他们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我们是不是请李次长？突然没声音。好，没关系，我一下就好。喝口水好了，喝口水。OK， 主席、各位委员，我们各位关心长照的伙伴，大家午安。那今天
很高兴有机会哈，听很多就是大家对于今天主题哈的一些讨论，那我也有非常多的学习哈。那我想就做一个总体的回应。那首先，其实刚主席一开始就谈到哈，我们现在谈的不是现况啊，也不是未来三年的状况，那而是未来可长可久的制度哈。那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不用争未来三年是什么制度，因为都是税收制。我们本来在政府目前的规划，就是希望能够用3年300亿，在现有的长照十年基础上，结合长照服务网，那以3年300亿，那继续呢，让目前的资源能够更长出来。另外呢，能够扩大服务对象，包括目前的身心障碍者。包括呢50岁以下的失能者，所以如果以目前长照量能提升计划，那这三年的努力就是希望能够为未来台湾打下最重要的基础。另外一点呢，我们的长照服务网从102年推动到现在，今年是三年的最后一年，那我们已经设定各项服务的目标。那目前呢，当然大部分是我们已经可以达到，那其中最艰困的当然就是日间照顾这个部分，但是呢，行政部门目前还在持续努力中。所以我应该讲的是说，其实长照资源我相信在座很多是共同打拼的伙伴，那长照资源是台湾的根本，确实呢，没有资源要再继续发展是困难的那但是呢，以目前来讲的话，我刚刚回到第一个重点是在说，因为未来几年大概都是税收，所以怎么样把这些资源用在刀口上，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那目前呢，因为在量能提升计划里面，那我们另外也会用烟捐那来挹注这个资源，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今年就可以扩大那资源的发展。那我先就这个部分也回应了目前的一些发言重点，因为绝大部分的论述都是说没有资源怎么办保险。好，那有关这个部分呢，我先讲一下。第一个，我自己个人的观察，目前的没有资源，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裁员根本就设限我们的公务预算到目前大概50亿，那量能提升计划才有3年300亿。那如果将来我们能够有税收能够挹注更多的资源，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乐观其成。那问题是要用在哪里那这个是我们的重点。那我们今年要发展的重点是希望找到目前已经成功的模式，就是呢，它是能够满足家庭需要的模式，那能够快速来复制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包括旗舰计划在内，那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资源发展那可能很多人听过荷兰的例子，他们一个团队可以从4个人复制到10000个人那在短期间，那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服务是满足需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呢，能够在居家资源在社区资源都继续努力。那在这个部分的努力，我相信不论蓝绿大家的重点都一样的那主席拜托再给我一点时间。那第二个部分呢，我想今天大家在讨论的不管是税或是保险，那我个人要讲的是说，我们要问的长期来讲台湾到底要走向哪一个路。那从刚刚曲司长的报告， OECD 国家的支出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得到，长期我们其实是非走保险不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税收可能是治标，长期来讲它可能还是必须要走保险才有办法治本那刚刚大家有很多的假设说保险就没有办法涨资源，如果你看全民健保，它比谁都会涨资源那就很明显我们在健保之后48个偏乡，它很快在短期之内就涨出整合性照护计划，那他非常努力的去为身心障碍者去长出资源，其实这些呢都是他就是很快速的回应，因为他有收了保费以后的压力，
他必须要回应这个不能需要。所以就资源的部分，我个人认为说保险其实是比税收更弹性，更容易呼应社会的需要。好，这是第二个我想简单的回应。那第三个我想要讲是说，其实大家讲了很多有关目标的部分，确实是在去年发布的高龄健康白皮书，政府主要的目标不在长照，好，是在失能的预防。那这个部分特别是针对就是目前还健康的人，我们希望透过呢目前的一些计划来减轻失能，这样我们长远才能够 解决问题。那这个所谓减轻失能的做法，我们台湾现在已经发展了2470个社区关怀据点，他们提供就是社会参与共餐送餐社区关怀，最重要还有健康促进。我们目前做的还不好，因为我们虽然很努力，可是涵盖了60% 的村里，其实已经非常努力，但是我们未来会以跨师属的力量，把11个师属的资源挹注到这边，然后呢加强这个健康促进的功能，来尽量减轻失能。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政府已经在做，那请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关注。那第四个，我想刚刚有很多有关保险的问题，那其实曲市长已经做了报告，那我只是就几个重点简单的回应。第一个呢是不是我们1100亿是用不到？那1100亿其实是我们整个财务的推估，大家知道我们是有部分提存制，好，那部分提存制也是保险跟税收最大的差别。因为税收你不能说我今年就是多收了一点，然后我就用存起来未来还可以用哈，所以说其实基本上还是比较短期这样的一个做法，更何况我们现在是还在举债哈，那所以要因应未来需要比较不可能。那我们保险有部分提存制，也就是前面可以多收一点，好，那因应未来那个人口老化快速成长的需要，那这个部分是保险比较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好，所以就这个不管是财务的足够性跟稳定性，其实它都应该是比较好的，我就不再赘述。但是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是说，我们未来不管用什么制度，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你才有办法满足基本的需要，也才有办法呢让民众不仰赖外劳。那我非常同意我们刚几位发言者提到，我们不能忽视目前没有被照顾的人。我们现在50岁以下的人，我们的50岁以下，特别是身心障碍者，那失智的、精障智障这些心智障碍类，他们目前并没有纳入我们的计划。那当然，量能提升计划是会把它纳入，但是毕竟财源有限，财源有限，如果我们继续仰赖外劳，台湾的资源是长不出来的。所以，请大家正视未来要发展资源，第一个你要有足够的资源，那才能够让我们未来能够真正的让长照资源能够长出来，所以这个财源的充足性非常重要，我也请大家能够注意。那另外一点，刚刚大家也提到一些有关保险的问题，包括现金给付。那其实大家都说现金给付会导致妇女被迫留在家里贫穷化，其实我们以目前在照顾的儿女这一辈来讲，我们不要讲长辈，儿女这一辈呢，女性跟男性的比例已经到55:45，表示男性事实上很多已经加入，所以这个并不是只有妇女还在照顾。另外一点，如果我今天是在照顾，我多么想，我希望我也有一点零用金。好，那如果要避免妇女贫穷化，现金给付是不是更重要？那以目前 OECD 国家来讲，有3/4的国家事实上是有提供现金给付，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后一点，我想还是回到就是大家的很多的利润都在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等到资源有适当的资源，我们等到税改，那我们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充足再来谈。但是台湾真的是不能等，我们2年之后进入高龄社会，9年之后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没有时间。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在这几年那很快的对未来到底要发展什么应该要有一个定见。那最后我想要呼应一下杨振良老师最早在提到的，我们在讲林丹鹏篇在讲说，不独亲子亲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独自亲其亲，我们已经负担不起，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
已经没有办法独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借由社会辅助的力量。那2300万人比起只有缴税的人，一定是更有力量。所以我就是非常诚恳的呼吁，我们看到社会的需要，考量未来的需要，能不能我们落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家一起来那让我们的社会可以共同来面对未来的需要。那以上简短的说明，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李次长非常清楚而且完整的说明。那今天出席的还有财政部，不知道财政部最后有没有补充？没有哈。好，那我想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今天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关心的我们万文会这么多委员很多都是从头到尾参与，还有我们的官员。那我想今天呢，依照我们整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本次公听会的内容都会做成书面的报告，其中包括大家的口头意见、你的电子资料，包括你的 PPT， 还有我们今天有徐正卫委员、刘建国委员提供的书面意见，还有政府机关的书面及回应，我们都会做成书面报告，而且分送给本院其他的委员，还有出席者做参考。那今天的公听会会作为未来立法参考的依据。那当然，今天我想大家谈的非常的多，我觉得这样的公听会可能不只是一次特别是刚刚其实大家也提到了，我们是不能等了，就面对我们整个失能或者是老化的议题，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所以立法院我们要更认真去思考这一些解决的策略，跟着我们的行政部门大家通力来合作。那我要再次强调，这样的议题真的不分蓝绿，也不论现在的政府跟未来的新政府，这是全体台湾社会我们要共同面对的问题。那透过今天的讨论，我也看出事实上大家慢慢可以有一些的交集，比如说我们在长照服务体系的建制，大家都认为应该要建制，政府现在这两三年也会加强去建制，我们会让平地跟在偏远的地区大家都有办法使用到这样的资源。另外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我们所有的服务对象，我们现行的服务对象，我们现行的50亿大家都是不满意的，所以扩大服务量能，扩大服务对象也是应该的。那些现在都还没有得到长照的服务的这一些失能家庭，他们都还在苦苦的等待，那这一块是我们极力要去扩大的。最后一点，我想我一开始就讲说，我们要建构的是未来可长可久长照体系，我们思考不是短暂的这两三年，思考应该是台湾未来10年，我们到底要建构起什么样的一个长照体系，我们可以让它真正可长可久，让未来的这些失能家庭都可以得到适当的支持跟帮助，我们不会放任让他们是一个家庭撑起所有的问题，而是透过社会集体的力量来共同分担他们遇到的问题。以上，谢谢各位，谢谢。